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哈，是听起来有点神秘，就是神赐的食物。啊，大家都会想，这什么是神赐的呢？觉真、昆提。我们桌上摆的草莓呀、南瓜呀、葡萄啊，嗯、还是什么、嗯、我们吃的大米、麦子、人参果啊什么的，对我来说也是个谜哈、哦。哎，但是我越研究呢，越让我痴迷，而且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惊讶，哎，有没有听说过咱们当今的名人马斯克先生哈？知道。他想把这个人类未来呢，移民到这个火星上头。是。其实我就惦记一件事儿，去了哈，可能坐一个飞船什么导弹的就去了、去了吃什么呢？对，其实不是我爱吃哈，就是你人是总是要吃东西的呀、对，人以食为天呢。对，你去了之后，你到那儿空气又和地球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也没听说那里有种蔬菜和粮食的哈、目前没有。要吃什么呢？是。今天说的这个东西哈，与这个也有关系。可以到火星上去吃。经过科学实验。哦。目前说可能，就是可能，也许是可以在。可能在火星上或者太空上可以种植生产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这个食物哈，我觉得它很伟大。那伟大之处呢，就在于它的平凡。可是呢，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救了无数次的人类众生。挽救过无数个人类的生命。还救过人，你别忘了它是食物呀。对呀、民以食为天。你看在历代哈，历代是指可能在每一百年之中都有那么几次哈天灾人祸。对，哎，这个庄稼不收成了是吧、哎，人民就吃不到东西，是，那就是饿死。对呀，贫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叫卖儿卖女、甚至都无法面对眼前的这个贫穷的困境。是啊、这个如果你去查历史的话哈、每一百年之后至少有四五次，就是这样，平均二三十年就有一场。对啊，这随着这个所谓人类科技的进步哈、比如对于水利工程的这个管理哈管控，哎，那么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天不下雨，有可能还能说有点水能浇农田哈、还可能能生长。那在古代水利工程管理不及时的话哈、或者有些老山地区就算是有水没水其实没有用。对，山坡上种植完全靠天吃饭，是很难保证。这个东西呢，这种食物哈，我为什么说它是神赐的呢？它特别适合于说以为不容易长庄稼不容易长草的这样的地方，能够把它生存下来，在贫瘠的土壤里都能生存。或者环境这个东西不光是贫瘠哈、肥沃的土地更不用说了，那当然了，能够生长。哎，贫瘠的就是不太容易种植的地方可以。还有呢，高寒冷地方可以。只要没有完全冻了冰它就能长。哎，还有呢，特别干的土地啊，像这个土地啊分干湿，对，是干旱的地方，沙漠类似沙漠。整个世界哈、偏南部就是热带一点呢，水和河流就比较多嘛哈。对，哎，所以它的浇水比较多，土地含水量高，对不对？所以种什么长什么。你像在有些高原上，你像海拔达到500米以上的时候，很多那个山坡上哈，哎，你就在飞机上看呢，就像一个一个的出家人和尚那个脑袋一样，光秃秃啊，光秃秃的，连棵树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植被，没有草，对，就是这样子，干枯的。对，这个地方能长。你比如说像在我们这个中国的陕西，陕西附近很多这样的山是吧？甘肃，对，还有青海的局部的，对，黄土高原上头，对，云贵，黄土土它真没有植被呀，没有草，没有树的哈。为啥呢？就是第一个冷，第二个呢？干旱，没有水分，所以没有植物可以种植。这个东西可以。大
到底是什么呀，师傅？这个有点着急了啊！一听就着急了吧？对呀、啊，等着神给的啥好东西呀、啊？哎呀，我本来说留着最后说，你要现在催的话呢，啊，那我就说了哈。好，请大家扶着桌子哈。哎、我要说了，你肯定觉得啊呀，好吧，让你啊呀一次。嗯。就是叫土豆。啊。哎。你看，就是啊呀了吧？来看我这里哈。节目了。嗯、哎，土豆，还真是土豆哎。你看、哦，我这一盘土豆，还各种各样的、哎，什么颜色都有。对，哎，对，土豆是神赐的食物啊，师傅、嗯，不就是土里长的这土豆蛋子吗？对，多平常的一个食物啊。对呀、啊，我还以为是多高大上的，还以为说的是人参呢，还带到火星上去，闹半天就是咱的小土豆。哎还真是啊、哦！对了对了、嗯，那咱可得慢慢的跟大家聊一聊了哈。嗯啊、嗯，好，那昆迪师姐，你知道这个土豆它老家在哪儿吗？它起源是怎么一回事啊？哎、我是真的做了一些调查哈、嗯。这全世界的土豆啊，都起源于一个地方，哪儿呢？就是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上次咱们那集讲的秘鲁的那个马丘比丘那个地方、哎、对不对？对，就是秘鲁玻利维亚这个地区、哦、哈、嗯嗯、那这个距今呢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了。哇，这么久远的土豆了哈、哦、嗯，那在它的这个土豆的发源地呢，当地人怎么叫土豆呢、嗯、叫它妈妈扎莎。妈妈啊，看生长之母哈、哦，是哦啊，翻译出来就是生长之母，哦、怎么听上像妈妈袈裟似的哈、嗯啊，还是很温暖的一个名字啊、嗯。那这个世界上研究土豆最权威的机构啊，是国际马铃薯中心。嗯，在这个机构里呢，我们发现呢、啊，它的基因库里有超过8000种土豆啊。8000呢？对啊、哦、这么多的品种，你让我说8种我可能都说不全呢。是、嗯、那这8000种其中呢有超过4000种都是原生土豆品种，就是当时就有的。对，这怎么说，它就不是通过改良啊嫁接呀、啊哦、后来衍生出来的、哦、就是自然生出来就有4000多种。 哇太多了，真是难以想象。是我们平时吃那么几种，咱们这一盘里头就好几种，就够多的了。对、嗯、对，你看现在照片上、嗯、在秘鲁啊，土豆品种真的是很多哈。是也是各种颜色的，像紫色的、红色的，第一次见，哎，蓝色的都有哈。嗯，那据说在秘鲁的中部山谷的一个平均家庭就可能有种100种不同的马铃薯品种。哇，他们怎么吃啊？哎，肯定有不同的吃法哈。是是是、哦、他们土豆对他们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嗯、哈、嗯啊、不光自己吃，还作为礼品呐、啊、送，互相送哈。哦，对，然后呢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特别好的能够长期储存土豆的方法。对，我正想问你呢、啊、你看我们北方的话，就是冬天要是储藏那个菜啊什么的，就有地窖啊。对，现在咱们用冰箱 啊, 啊，那个印加人那么老早的时候、嗯、几千年前他们怎么储藏土豆啊？是啊、嗯、他们也是很聪明哈，他们把这个土豆啊哈晒干了之后呢哈、嗯、经过一种冻干的方式，就是先冻它。对，连续4到5个晚上呢把它放在这个高山上、啊、海拔比较高，晚上就是很冷的地方哈，去冻、嗯、冻完之后第二天呢又在太阳底下晒，晒的时候还用脚踩把它这个湿气踩出来、哦、就这样冷冻暴晒，冷冻暴晒4-5天之后就变成土豆干了。这土豆感觉像土豆石头一样。师傅别说，这真是神赐的礼物。像咱们一般其他的菜，比如说南瓜了、嗯、啊，或者白菜之类的，冻完了之后都不能吃了，就还别说、哦、还得再晒再踩，那都成啥了、哎、所以经折腾啊，经折腾、啊、对呀、啊啊、这经完这个折腾之后呢、嗯、能放15年之久。15年呢、哎、哇，这还像土豆木乃伊啊。不是、哦、这个是为了给孩子出嫁是吗？准备嫁妆的。我反正这个作为储备粮食多不得了、啊、真的是、哦、这遇上真的饥荒年的时候、哦、没问题、嗯、而且这样的土豆现在在这个秘鲁的市场上还在销售着、啊、他们还是这样，当地人还在这样子。哎、哦，也是土豆叫什么，冻干土豆。冻干土豆，对、哎，咱们抽空打听看能不能买得到哈。对，咱们也尝一尝冻干土豆。哎，我觉得还真奇特哈。啊、嗯，那说到这个奇特的话，那
还有就是这个土豆除了吃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奇特的用途啊？有啊，印加人还拿它当钥匙啊，对，有药用价值哈。怎么入药呢？对，就据说啊，他们就是什么皮肤病啊、皮肤传染啊、哈、头痛、脑热的这种哈、他们都用土豆来治啊，万能药是。而且呢，还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就是他们通过水中发酵土豆哈，把这土豆变成一种像浆状的这种哈，啊，就泡泡泡就发酵了。对对对，像土豆浆，然后发现这个土豆浆呢会产生青霉素。哎呀，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感冒发烧了哈，身体发炎要打针青霉素，对，可这个就是天然青霉素啊，天然抗生素，他们用来治疗他们的肺炎啊、胃溃疡啊、各种炎症啊。哇，太厉害了啊。那我看这个土豆这个功劳这么大，你看咱们菩提禅修都有菩提禅修日哈，这个土豆咱们应该给它定个节日，有个土豆日才行啊。还真是，在秘鲁啊这个国家每年都有国家土豆日啊，真有啊，就是5月30号、哦，每年国全国庆祝啊国家土豆日。哦，这个真是，感恩土豆为人类的贡献哈，对，当地的这种文化传统是，哇，真的很神奇。是，对，哎，那师傅我有个问题。刚才昆蒂师姐讲这个秘鲁它哈有8000种啊，这么老多种土豆，为什么神造的时候得造这么多种啊？觉得是个问题吗？是啊。我觉得网友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哈。对，但是我们这么多种土豆咱们能吃过就是3-4种而已。真的，就有的脆一点，有的面一些哈，对对对，有的皮肤，哎，我觉得有一点红皮土豆。还有一种呢，特别脏兮兮像土一样，哎，对，那种土皮儿的，对，做那个土豆泥特别好吃。再有的就是黄白色，对，黄白色土豆看起来比较干净，土豆丝比较好，是，对，通常所以菜店里卖就3-4种，对，是，对，是大家比较喜欢容易接受的，对对对，那些产量高的哈，对，那这几乎是接神的秘密了哈，对，这个，这些土豆品种这么多啊，其实就是为了研究它，适应各种各样的天然地理啊，整个地球的不同环境，适应于它生长。哎，对，它在试验过程之中呢，它是希望这些土豆或者某一些土豆就适合在比如说干旱的地方，就缺水，对不对？对，干乎乎的水，哎，你们相信吗？特别干的土地里头，就是你捏起来那个土哈，一搓都是灰，是，它也能长。你相信有这种可能吗？相信。没见过。在你生活之中，你有没有看到有某种植物特别干土也能成活存在的？西瓜喜欢沙漠什么的啊？对，仙人掌，对对对。其实咱们都没注意哈，咱们温哥华禅堂哈，我们种的有室内的这个植物，一个装饰用啊，走八卦用的哈，有一些特别耐干，尤其是现在哈，就在市场上，在温哥华市场上卖的那个叫蝴蝶兰，兰花啊，你看春节期间开的多漂亮，是吧？对对对，这个兰花它不是有气根吗？是，对，有一次我买了一盆，我们光忙着做事情了哈，一个月没浇水，然后呢它继续开花。我突然我看到了，那个花什么都没有任何的缺水的反应，但是我摸那个土哈，就是说是变成土灰尘的一样的感觉，非常干，吓得我赶快让撒点水上去，就特别耐干，还真是。所以有些植物就特别耐干，是啊，所以这个土豆，这个马铃薯呢，它有一些哈，它研究这么多品种，就是为了研究它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去生长。哇，这个真的是神的美意，对哈。其实他当时并不是说我要做这么多种来卖，像卖衣服一样各种花色，我认为不是，对，主要是为了研究。对，但真正推广的可能就是4-5种、10来种，就是这样。哦，是这样的，是，对，是。那土豆它这个药用的这个价值，师傅，也是神赋予它的吗？就是上天创造每一个物种哈，都给它安了一个特定的符号和功能，功用。那所以土豆这个功能功用哈，比如说它的药用价值，先是从食用价值来看嘛哈，
绝大多数人吃它都没有什么过敏反应。对对对。其实有很多咱们常见的像小麦，你看，嗯，是对吧？对那个麦麸过敏很普及的吧？嗯、你是烤面包、煮面条、包水饺，它就离不开这个面，对不对？是。有一部分有少数人对这个麦麸皮哈，对，或者是面筋，面筋对，有一些过敏反应，是，是吧？就是吃不了，眼看你在那吃面，他受不了，他也吃不了。对。但是呢，土豆没问题，嗯，土豆这个淀粉可以用于医学，嗯，用于医药制造。哎，很多的药片哈，咱们吃的西药的药片，没错，那个白乎乎的那个东西，土豆淀粉，99%都是用土豆淀粉做的，就是胶囊壳，但是它不用小麦淀粉来做，对，就是大家更容易适应，嗯，还有它很多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药用价值呢，我相信是神赋予的，嗯，你看咱们在研究这篇话题的时候，嗯，哎，当时我就直觉哈，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有类似青霉素的这个作用，记得我说了吗？是说了啊，对，就是一种直觉。对，那我们直觉感应到说它本身可能有的，但是我还能感觉到它可能是来自于，可能我这样说挨骂哈，来自于神给它的一种作用力。嗯，哎，因为当缺医少药的时候，人类总会发现它有些功能的。是，哎，对，我还有对这个一些老人家告诉我的用于小偏方的哈，一会儿再说哈。好的，好的。所以这些功能都是神赋予的。哇，太神奇了啊！嗯，这个土豆呢，昆迪师姐介绍了哈，它起源于这个印加帝国，在南美秘鲁这一大这一块地方哈。对。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移民的历史。好，移民全球啊！对对对，在16世纪初呢，这个西班牙。这探险者哈，他们乘着船就终于发现了南美这个大陆。嗯啊，到了这儿之后，说哇，这么多好的东西。这个上一次我们在讲秘鲁的那一集里边啊，也讲了很多。是。那么他们除了把金银那些值钱的带走之外，他发现哎，这土豆这个东西很神奇哈，哎，也给带到了欧洲。哦。带到了欧洲呢，很有意思，他也进贡啊，进给意大利的那个教皇，罗马教皇哈。嗯，那教皇那时候说哎，觉得这个是新鲜的，是这么大老远进口来的哈，他们都不敢吃的，也不愿意去吃的，因为它平淡无奇嘛，又长在土里，又黑不溜秋的哈，对，也不是那么的那么好看。但是觉得它什么美呢？它开那个花特别美，哦、是土豆花。对，这教皇就是那他们就把这个土豆啊，就当成一个观赏植物、哦、啊，是这样的，不吃，不吃。对，然后人民呢就认为说这个东西埋在土里，肯定跟巫术有关啊、哦，所以对它是对土豆是很歧视的，有偏见呢。嗯，对啊。那么到了17世纪呢，哈。比如说在爱尔兰吧，爱尔兰那个地方本来也是土地比较贫瘠又比较寒冷，再加上那些年是宗教战争连绵不断，所以造成这个谷物都没得，光打仗了，那个种的粮食种的什么就田地就都毁了嘛哈、嗯、结果食物匮乏，好多人就死了。后来呢，因为他们就发现哎，这个土豆就不容易被毁，为什么呢？它那个土豆长在泥里地底下呀，它是根茎植物呀哈、嗯、上头的即使被破坏了，其实你一挖土，土豆还在底下，还是能够收获的。哇，就发现这个土豆很神奇了、嗯、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知道它很能养活人了，这个是在爱尔兰就广泛的传播开来。对、嗯、啊、嗯、那它帮助了爱尔兰的这个饥荒嘛哈，它、帮助了爱尔兰的饥荒，然后使爱尔兰的人口迅速的成长。哦、嗯、是对，真的很好。它在爱尔兰的那一段土豆在爱尔兰的一两百年期间哈，爱尔兰的人口从100万增加到850万。哎呀，暴增啊，这是暴增，暴增6-7倍啊、哦、对，当时就是说因为它产量很高嘛，当时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户家庭哈，8口人的一个农户之家，只要有1英亩的土豆地，再养1头奶牛，那这一家人就是过上了小康生活、哎、呀，丰衣足食的、哦、对、嗯、是这样子，吃够、啊、还能卖呢，可能、啊、这是移民到爱尔兰的土豆是、嗯、那然后当时那个就是17世纪、18世纪欧洲也是战争不断哈、嗯、那土豆呢就成了军旅产品，就从一个国家带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哦、哎，然后在1740年的时候呢，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是德国的前身了哈、嗯、他就经历了一场这个饥荒，
那这个饥荒让上百万人的都因为饥饿而丧命。当时这个普鲁士国王呢，他其实是开始了解到了土豆哈，它的营养价值很全面，关键是产量还高，他就想在全国啊大规模的推广。可是那个时候的农民们呢，对土豆还有偏见哈，觉得这个土豆和阴暗有关，就不接受。对呀。后来这个国王很智慧，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在柏林的郊区啊开了一片土豆的试验田，然后呢还派了重兵把守这个试验田，哎，还吩咐士兵说，如果有人来偷土豆，不要去抓他们哈，就假装没看见。嗯，那这农民们就有兴趣了呀，想着国王地里种的东西一定挺好的哈，那就有大胆的呢，就试着去偷了些土豆回来接着种。哎，种完之后自己煮了拿来一尝啊，觉得还挺好吃的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偷土豆种土豆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这国王一看就开心了，然后颁布命令哈，把土豆作为全国的这个主粮哈，然后呢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烹饪土豆，什么土豆条、土豆饼、土豆泥、土豆粥哈，各种各样的土豆美味就上了人民的餐桌。哦，这是在德国。对，那现在的德国也是特别特别喜欢土豆的哈。对，那德国的这个超市里，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土豆产品都有，而且当地人呢还有很多土豆的这种趣事哈，趣闻趣事。就据说在德国的一个州呢，青年男女在热恋的时候啊，会送给对方一个土豆。啊，土豆是定情礼物。对，他不是送什么戒指啊，什么什么玫瑰花，难道他们不产玫瑰花吗？土豆。为什么呢？他们因为对当地人来讲哈，爱情和土豆一样珍贵啊。太重要了哈。所以以后就不用送玫瑰了，直接送土豆就好了。我说实惠，我是听说在德国哈有360多种土豆啊，真的是很多，已经很多了。不知道那个定情的土豆是哪一种，估计找个漂亮的可能是。那说完了德国，我们再说一说法国啊。不是刚才说到这个欧洲大陆经常发生战争吗？那有一个法国的军医呢，在德国就被俘虏了。在这个俘虏期间呢哈，都是给他吃土豆，天天吃土豆啊，关了好几年的。哎，他发现自己身强力壮的，还挺好。因为他是医生出身嘛，他被那个释放了之后就研究这个土豆，发现它营养价值这么好，然后就开始去推广，就是在这个法国哈去推广，让社会名流都来参加他的土豆宴啊。然后最后呢，那国王路易十六就下令了，说好了，我们皇宫里边也要吃土豆，成了御膳了。对对对对对。那在1769年到1770年那个时候，法国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导致很多人也是面临挨饿哈，都饿死人了。那这个时候呢，那这个国王就说赶紧要扩大土豆的种植哈，那么就开始大规模的种植，也是帮助法国人度过了饥荒年代。那法语那个词儿说土豆呢，它不叫 potato， 它那个翻译过来那个意思叫地下苹果。你说多美啊哈，是还挺好听的，还挺好听的。对，那法国因为它是一个大强国，对对对，它文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因为自己受益了，人民受益了哈，他很多学者还写书介绍土豆，然后还有上流社会的妇女呢，把那个好看的土豆花还戴到头上。哎呀，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社会成了装饰了啊。对，社会风气就很崇尚土豆，这样呢，就让旁边的国家邻国也慢慢的受到影响。那等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呢，土豆就成了欧洲各国的主要作物了哈。我们知道像那个俄罗斯啊哈，也是嘛，土豆炖牛肉啊，对不对？对。还有罗马尼亚呀、波兰呀，反正就是整个这个欧洲大陆炖牛肉，对对对对，就已经土豆化了。是。那么也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增长啊，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是。你看这土豆多大贡献，还真是哈，缓解了饥荒，促进了人口增长。那土豆师傅呀，就是其实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小时候经常出土豆哈，现在也经常吃、对，现在也经常吃哈。那它这个土豆是怎么传到中国去的呢？欧洲我们知道，当时欧洲人这个从西班牙南美直接带过去的哈。对对对。这个土豆我觉得呢，它不是从南美直接到中国哦，因为隔着这个太平洋哈，那个时候的船飞机都没有哈，那没法弄。
说有船也不行，太远啊，是啊，还是从欧洲过去的。哦，从欧洲过去啊，通常不是直接过，嗯，它就像有点像接力赛一样。哦，你比如说吧，哈，嗯，在英法地区，英国、法国地区，对，哎，大家对土豆说这个东西很好啊，是，嗯，很好之后呢。人民他总是有商业和贸易的嘛，对对对，对吧？嗯，他就往下卖，嗯，就是往这个亚洲方向，嗯，比如卖到了意大利，嗯，意大利人说这个不错呀，嗯，这个能炒菜又当粮食哈，对，哎，在意大利觉得不错了之后呢，又往下走是吧？对，往东走，哎，往东走，嗯，土耳其，慢慢呢又到了土耳其中东地区，哎，哎，这样子，嗯，就是不断的往下传，嗯，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传入中国的途径。对，师傅说到这儿，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那个咱们中国不是也有贸易商人吗？对，就尤其是山西的这个晋商哈。晋商。对。对。他们往西走，他也要做这些交易。是。啊，然后土豆就是从那个西北那个方向，哎，就传进来了。对。嗯。所以确实是哈，就是现在你像新疆、青海、甘肃哈，山西、陕西哈，陕西对，这些他那个土豆哈种植是非常发达，是，对，并且很普遍。嗯。因为那边有一些植物，它生长不太容易。对，哎，但是土豆呢，就能生长。对，它耐高寒，哎，啊，耐旱，就是水少也可以。嗯，哎，所以的话呢，就这样一路的哈，就接力赛一样，就到了中国。是，哎，到了中国之后呢，就是慢慢，它就是因为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哈，就土豆它这个产量是特别高的。是，哎，就同样这一亩地吧哈，嗯，你看它这个如果种麦子啊、水稻啊、什么那个小米谷子啊、嗯、玉米哈，对，它产量就少啊，那这个土豆呢，它本来当然含水量也高一些哈，嗯，那它的产量的话通常都是四五倍以上，对，甚至十倍以上。哇，嗯嗯，那它这个东西它又当高产，你看它又是作物，它又其实你说它是菜嘛，也是菜。嗯，对吧？嗯，但是呢，其实如果没有粮食的时候，嗯，你就吃，它也能饱。哎，对呀，它是可以当主食啊。按正常人来说哈，比如说你饿了之后，你真吃一个苹果，其实饱不了。嗯，饱不了。总感觉是肚子里还是空了嘛。嚼完了之后，它就是变成了液体了，觉得它就是不能当饭，对不对？对，但是土豆可以当饭。哎呀，土豆吃完了，那肚子里很舒服，老踏实了，并且营养价值也高啊。哦。所以的话，种它。就等于饭和菜都解决了，哎，并且它产量又高嘛，对，所以使得这一个地区哈，嗯，这个养活的人口啊，哦，就增加了。那当时这个在中国的话，这个它也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嘛。你说那个以前西北那边都是种，应该是小米啊什么的，或者麦子呀什么的哈。西北哈，对，西北种的能吃的庄稼主要是青稞。嗯，那个是更西边了，唱的歌嘛，青稞酒啊，是青稞酒。嗯，青稞这东西呢，人不是吃不行哈，嗯，吃容易胀肚子，对，不易消化。哦，哎，它是高寒带食物哈。嗯，其实特别适合吃它的是马。是。嗯，那咱这胃可比不上马的胃啊。这可能马的胃它能消化这个这个植物嘛哈，高纤维的，对，所以那个东西高纤维太强，嗯，哎，高纤维的这个粮食类呢挺适合酿酒。嗯，你像北方的红高粱，对对对，高粱酿酒也是很厉害，是吧？高粱酒嘛，它变成这个酒啊，酒类啊，酒精。嗯，在西北呢，这个青稞呢就用来酿酒啊，青稞酒，青稞酒是很好的哈，嗯，很纯很高啊，嗯，但是人吃着就没那么舒服，嗯，那产量也不高，嗯，那种土豆就不一样了，嗯，哎，对，那师傅在欧洲，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国王啊什么的哈，号令天下种土豆，然后怎样怎样，在中国有没有也是皇上有没有这样去，还是说民间自己种起来的呢？都有。都有，因为中国太大，对对对，像英法算大吧，和中国比太小了，是吧？对，所以中国比较大。你比方西北地区的人吧，你比方青海、甘肃，人家自发的就种了。嗯，哎，这个皇帝也管不着，种啥东西管什么呀？只要是能喂饱肚子，能喂饱肚子也可以，对不对？你叫的税租交了就可以了。对，你不管种啥，嗯，但是反正又不是种毒品，对不对？是，哎，食物嘛，粮食类的。嗯。哎，那像中国宫廷也推广，嗯，啊，所以他来到中国的这个
途径有很多啊、哦。像南方的话，就广州海岸登陆是吧？嗯。哎，它像在那个。嗯，还有越南呐、啊，越南还有福建，对对对，那是从那儿进来通过海路来的，是的，再、其实从广西哈、啊，广西那么通过陆路来的也有，也进来是的，啊、再就是大西北，就有点像丝绸之路，对，这样贸易的道路来的。你像中国呢，比如说运瓷器，嗯啊，还有丝绸，还有一些日用品是吧？嗯，茶叶运出去，是，那么往回运什么呢？我认为哈、啊，其中一个是这个土豆的这个种子土豆，嗯哦啊嗯，其实包括过去你像那个花椒啊，胡椒、哦、还有胡椒啊，是花生啊，嗯，还有呢玉米、胡萝卜，玉米、胡萝卜，嗯啊，番茄，嗯对，番茄，嗯，它叫番和洋的，一般都是从国外来的，是的，只是玉米没这么叫。是吧？是玉米，听说也是南美嘛，哈，是也是、嗯、也是在玉米跟土豆是同一个发源地，没错，对，嗯、对是，所以它都是小伙伴一块来的，它都是高产的作物，嗯，哎，对了，一块移民，所以在那个时期哈，嗯，就是这个土豆伴着这几个兄弟姐妹来了、嗯、啊，还有红薯，啊，红薯，嗯，土豆，啊、像胡萝卜，我觉得可能是欧洲那边出的哈、嗯，胡萝卜，它不是来自于南美，不是，嗯，对。所以在明朝的晚期、嗯、清朝中早期就一直这些东西就一直移植来中国来种哦哎师傅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师傅说到明朝晚期这些东西进来哈对、嗯、那时候土豆什么进到中国了、嗯、那个时候也是只有皇家才吃得起呢对、啊、那洋东西啊是 啊然后看一个那个报道是说就是正月十五不是在京城里都办那个庙会嘛哈对灯会什么的、嗯、就是各地小吃啊就是那个新鲜的玩意儿啊、嗯、然后里边就有土豆、嗯、啊各种各样的洋货对只有到京城才看得见这些洋东西呢、啊、那个是明朝的末年、嗯、对、啊、后来到了清朝可能慢慢的才开始普遍的对因为它有个接受和普及的过程哈、哦、嗯嗯大家一开始看的是这么个东西是啥呀是吧弄不懂哈嗯你说当着妖也好怪也好反正就是因为没见过对所以人们还是怕的嗯最后有胆大的尝着挺好吃、嗯、啊慢慢推广普及哈、嗯、我相信政府起了最大的作用哦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没错是那么农民种什么尤其是到了内地的这个政治文化的中心哈、嗯、你要种的任何一种粮食其实政府是有管理的是、啊、如果乱种的话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的收入对或者人民能不能吃饱问题没错人民都吃不饱会怎么样呢战争战争暴乱暴乱一定要发生了对所以中央政府对这个东西啊、嗯、农民种什么其实很在乎哦除非边远地区管不过来嗯啊对嗯但是所以好的话呢中央政府极力往外推广，哎，这个对中国的帮助哈，嗯，可是叫救命之恩呐。哦，怎么说呢？嗯，啊，有一个这个人口的一个统计哈，哦，咱们现在网上也很容易去查到，嗯，哎，你看从这个北宋时期，嗯，啊，一直到清朝初年哈，嗯，就是中国的人口呢，一直是维持到一个亿左右，嗯，比如说灾荒和战争来了吧。就可能就是低于了一个亿，打仗死人是吧？对，甚至土地没人耕种，饿死人，啊，就是直接和间接的人口消灭哈。对，哎，它就一个亿左右，嗯，啊，来晃动的。嗯，可是呢，到这个土豆进到中国之后，嗯，人口哈，迅速像跳跃似的往上攀升啊。哎呀，啊，你像到了这个乾隆的那个时候，乾隆哈、嗯，已经差不多两个亿了，差不多两个亿了，是、哦，哎，就一下就涨起来了。嗯，到了他孙子那一代，嗯、啊，也再隔了二十多年之后，对，道光年间，嗯，20年之后，嗯，就是到了4亿了哈。哇，又涨了一倍。哦，你想想，这个整个人口涨了一倍啊，这不得了啊。对，所以就是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了、嗯。这个时候咱们稍稍做一点点政治经济的分析啊。嗯。比如说，人民要生产。嗯。啊，国家要收税。嗯。还要应对战争。对。是吧？是。哎，农民生产力。
啊、等等的这些它都需要人口，对不对？嗯。所以通常你像在尤其是前的几十年之前，二战之后，对，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哈、啊，强烈动员，让老百姓多生孩子，是吧？叫婴儿潮嘛。婴儿潮。哎。你像各地政府，像美国、加拿大，我们就知道，是吧？鼓励你生孩子。是的。多生一个宝宝，政府给你多少钱啊？牛奶津贴。来养孩子。是。我记得20年前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说你要收入稍微低一点的话，你一个孩子。领，我记得是300多块钱牛奶金哈，300块钱看收入了、就是补充了你的这个经济开支哈。对，现在还有，挺起作用的。是，对。假设如果这个钱倒退60年前的话，300块钱，妈妈根本不用上班了，是过着小康的生活，只管生孩子养孩子就可以，是就是这样、一直养到什么呢？18岁，就是这样，政府出这个钱，对，所以弄得大批的婴儿哈，就是飞快的产生。哎，对，就是这样子哈。嗯，政府给你钱补贴呢，你可以买粮食吃啊。嗯，对，是吧？就大批的生人。嗯，所以这个人口啊，就像跳跃式的攀升。是。所以到了中国呢，你像明末清初，这个土豆输入到中国，再加上玉米之类的哈，对，人口一下就跳起来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补充的这些粮食，对吧？是。以前我们就是主要是吃水稻、小麦、米跟面嘛，哈。还有一些杂粮。 对、到了公元1800年之后，1800年1830年啊，185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中国的人口就跳到了4亿5000万左右，对、就到了这个程度了啊、那蛮多的。这个我们仔细分析啊、至少咱们一致认为哈，对、这个中国的人口暴涨，对，与土豆和玉米的输入有着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你看，它到了欧洲也是这样，对啊，而且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间，很有意思，同一个时间，对，2017多少年到2018多少年，就这一段时间，对对，就是100多年时间，大家从接受和种植普及，一下子人口快速增长，快速增长，所以欧洲的人口还有中国的人口，对，都快速增长，是，所以你只能说和食物有关系，是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神赐的食物，这个土豆哈，为我们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要不然地球上养不活这么多人，对啊，对，有个概念呢，就是说，大家也知道一下哈，那从。如果我们看电影啊，读小说啊，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与经济的统计对比的话，就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比如人口增加这么多是好吗？也不一定哦。在过去战争时期哈、说是个好事儿，对，至少有人当兵啊，是，那时候兵的话上战场就是为了靠人嘛，杀对方的敌人就是杀人，是吧？对，杀一个人奖励多少钱，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每个国家奖励制度差不多，都是用钱呐、什么，就是换人命哈。对，所以只要生的人越多，打仗就越有利，对不对？对，你说你对方1万，我这边有10万，怎么敢打呀？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来了哈，就是你看地球上哈。绝大多数的面积是水，是海洋。是的，70%是水。对，20%几呢是土地，还有一部分是高山和冰，没法住。那剩下就是可能就10%几了哈，17%-18%左右，它是可以居住和耕种地，对不对？是。所以土地啊，就非常少。对，是。随着到应该说1800几几年，欧洲人口。跳跃式的攀升，比如说从2亿跳成4亿，中国从2亿，从1.5亿跳成4.5亿，增加了好几倍这些人口，有一个危险来了哈，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家庭，你想一想，一个家庭来说，你的生的孩子越多，人口越多，也就爷爷这一辈，就是60年前，爷爷这一辈哈，爷爷长大成人结婚这个时候，家里头有10亩地。属于爷爷和奶奶，奶奶和几个孩子，完了过两年都不断生孩子，是不是啊？对，比如说生了8个孩子，比如说4个男孩4个女孩，公平一点说哈，四个女孩嫁出去了，如果财产呢，她只能享用老公的财产，对不对？对，好，老两口有4个儿子，4个儿子再一成家，
之后在分家的时候分的主要是什么呢？地，先是地产，才是之后才是房屋。对，说住怎么都行，但是这个土地因为是用来养生的呀，养命的呀，对不对？对，所以十亩地，有老两口，那分给每个孩子给多少呢？我觉得最多就是两亩，或者两米多一点，对，对不对？对，好了，这四对每一对夫妻各生八个孩子。哦，这个时候每一个就是每两亩多地哈，比如两亩二分地，每两亩二分地养了十个人。嗯，紧张了吧？紧张了，那吃得饱吗？但是在过去呢，如果种小麦，一亩地才生产多少呢？几百公斤，就是可能四五百斤，四五百斤，四五百斤，四五百斤呢，最多够养活两个人的，最多够养活两个人，知道吗？所以这怎么养啊？那你说你十口人吃这个两亩多地，所以人口暴增了，所以我们孩子增多了，然后儿孙增多了，叫多子多福哈，但是困难就来了，你们家没有多赚钱，没有去收购更多的土地，你怎么养活呢？这多少口人了？这是。对呀、咱不要说第三代了哈，第三代都算不过来了，是吧？几十口的人，你们家还是那个十亩地，惨了。所以到第三代就闹饥荒，对。所以爷爷那一代老两口带两三个小孩，那个时候他觉得富富裕裕过日子，是吧？对，是。所以多少年之后呢？大概过去来说结婚早哈，四十年到四十五年之后全家一起逃荒要饭，根本没饭吃。对，地不够，除非是他们挣了钱，然后再去买更多的土地。对、但是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你才出现了这个土豆来了之后人口就暴增呢？产量增加了，产量高、同样这一亩地，对不对？一亩地过去粮食能养活两个人，对，现在这一亩地呢四倍了，已经四倍，四倍能养活几个人？五六口人，是吧？八个人，这下第一高产嘛，这一高产之后，所以生孩子养得起，能喂活他，所以人口才激增起来。是，所以在古代很多时期哈，我们并没有完全回到古代的状态。就是宋朝经济够发达吧？哈，是，对，一亿人口。嗯，在接下来一兵荒一马乱，完了，一亿人口可能很快就变成五千万、三千万，就是这样。对，等过一段时间平静一下了之后，再经过六十年代的人口再继续增长生息，说没有人吧，不行，觉得空落落的。等有了人，稍微一到第三代，完了不够吃，那个又粮食不够吃了。对，所以呢，就算土豆高产哈，这确实帮助了人类的这个存活啊，这个存活率是吧？对，暴涨的是存活率，对吧？像所以在过去缺少粮食的时代呢，你就想嘛，你就十亩地，你现在三十口人怎么够吃啊？是，但是说确实也娶亲了，也结了婚了，生了孩子呢，孩子营养不良，有时候就死在这个刚生下来就死了，或者生之前就死了，超级营养不良，没有饭吃，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像我小时候也是营养不良啊，就是，所以为什么他后来有了练功的这个，这么一个。叫做一个际遇哈，对，也是因为贫穷啊，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政治与经济之间这个分析哈，我有这么多人口暴增了是好事儿，但是呢，从一个国家来说，比如说美国这么大，你人口从比如说从一亿，变成三亿，你土地不是还那么大吗？是，比如说现在人们拼命生，变成十亿。土地不也还是那么大吗？对，就是这样。你土地没有增长，可是人口增长了，所以增长太多不是什么好事。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资源太少了，资源有限。对对，是，就大家有这个概念啊。感恩师傅的讲解。土豆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哈，就是在二战期间。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的哈，可能再大一点的都挺知道的。对，说那个美军美国大兵啊，人家那个装备好啊，人家吃的好呀哈，是午餐肉加上那个压缩饼干，对啊、对是吧？是的，是的，那压缩饼干好、吃一块就一天都不饿，对，午餐肉还有肉啊。结果呢，后来就现在呢，我们才知道
说这两个为什么这么好呢？当时那个为军事做出这么大贡献哈，嗯，主要还要感谢土豆。是啊，嗯，午餐肉呢就是少量的猪肉，大多数掺进去的其实是土豆粉。对啊，哦，但是呢再加上调味，那调味那些粉呢什么的还特别好吃，还有营养，嗯，还有油分啊，嗯，它都含在里面了。压缩饼干就更是了，嗯，啊，都是那个土豆粉做的，基本上100%土豆粉加点调味料。对，嗯，对对对，啊，嗯，当时那个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都说，嗯，因为美军参战晚嘛，哈，啊，他说我们过去的四年之中，是午餐肉和压缩饼干帮助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哎呦，这多重要啊！啊，你说这土豆多重要？其实是这样的，嗯，你士兵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就是呀，啊，对，嗯。所以他这个装备特别好，嗯，啊，土豆的贡献，嗯，你看，嗯，啊，是。那师傅刚才也讲了，土豆是特别适应能力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物，嗯，哈，它耐寒耐旱哈，嗯，还耐贫瘠哈，对，啊啊，嗯，那就是在世界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种植的，是啊，你像青海那么冷哈，嗯，确实也是光秃秃的山哈，嗯，除了草原和沙漠之外，嗯，很多山也是秃的，对，但是土豆是很长得很旺盛，满山遍野的，哎，满山遍野，对。师，嗯，傅，那我们说一说这个种土豆的事儿哈。啊，好。种很多的时候是种那个种子，对不对？啊，对，很多种植是种的种子。种种子，比如小麦吧，播种的就是小麦那个种子。对对对，那摁到那土坑里啊，就是这样。玉米也是玉米种子，是摁到里头。是。哎，土豆它也开花吧？刚才说了嘛，说那个在欧洲人还喜欢那个花嘛，嗯，还特别好看啊。它是不是那个也是结籽儿？咱们种的种子呀，还是种什么呀？哎，土豆是有果实长种子的。对。但是，嗯，真正种土豆，嗯，是用土豆本身来种。种土豆。嗯。种土豆，长土豆，得土豆。简单来说哈，这是。简单来说呢，嗯，它就是用这个土豆哈。嗯。比如说你在暖和的屋里放一放。嗯。也就是土豆这样说。土豆从那个土地下头成熟之后挖出来了，嗯，对，就和挖红薯一样哈，挖出来之后，它3个月就自我保护期，嗯，像休眠期，哦，啊，这个时候只留着吃就完了，嗯，但是过了这3个月之后呢，嗯，哈，如果给它一点温暖的话，它就要它开始有点发芽，对，我们经常以前小的时候是不，嗯，冬天的秋天入冬的时候不就储存那个冬天的食物，就有土豆嘛，对吧？对，到来年开春的时候经常就有这种发芽子的土豆。是，你就把这个发芽的土豆埋进土里，嗯，但是别埋得太深，嗯，啊，就是 土豆上面哈最好不要超过10公分的土，嗯，就可以了，嗯，哎，它就长了，一长一大堆就可以，哦，种土豆长出一堆土豆，这是最自然的种法，哦，那么更高级的种法呢，嗯，就是因为一颗土豆上哈，对，比如说这个一颗土豆，它这个上头呢有很多挖下去的坑坑巴巴的点，对，这些坑坑巴巴的点呢就是发芽点，哦，但是它发芽从那个地方以后就长芽那块在，哦，咱们像介绍个手相中那个佛眼一样哈，哦，就有个纹，长出个像眼睛纹一样，嗯，是像肚脐一样，对，这些地方的点都是发芽点，哦，啊，那我们就是有一个人，这是过去的农民总结的哈，嗯，或者神给总结的，嗯，他一看这里有这么一个发芽点，他就拿刀斜着切一刀，嗯，到时候对，把这个这一块种下去，哦，就可以，哎，都不用种这么大一个土豆，至少切个4-5块种下去，哦，就变成4-5大颗土豆就长出来了，哦，每一颗土豆下头长个7-8颗土豆，嗯，如果这一颗土豆我不切，我把它埋到地里种的话哈，嗯，你看数它上头有10多个发芽点，哦，就长出10多颗的土豆，那变成呢它在一个小的面积里头，这个土地的能量就供应不上它，所以长出来呢像那个小鸭蛋，哦，不是小鸟蛋，嗯，鸽子蛋那么大，嗯，就变成很小的土豆，哦，营养不良了，所以把它切块对，嗯，切这块把它分别种出去之后，嗯，就是长成4-5大颗土豆，哦，长得个儿又大又好，哦，啊，有这么个技巧哈。哎，师傅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这土豆跟那个蚯蚓有点像？蚯蚓，比如说万一没不小心，人家身体变2半了之后，嗯嗯，哎，它自己就能长全了。哦，对，能长出来。
对，能长出来。这土豆也是，都不用种子，不用说开花，还有蜜蜂给它什么什么传粉什么的哈。对，它自己就长。它这个最重要的是说，有点像克隆。对，它我是说神哈，来给我们赐给人类的一个重要的食物呢。它其实叫做无性繁殖。无性繁殖就不用男女配对。对，几乎你看从树木。对，就灌木丛哈，树木当中哪一种木头，其实它里头有，其实懂的人，你像种植物的人，他就懂得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松树吧，这是母松树，这是公松树，它分这个、分男女的，雌雄啊，男女对，几乎所有的植物当中也分雌雄，那个所以这个植物啊，它为什么开花呢？花粉。对，一个是通过风吹，比如说我这里一朵花上头带着很多花粉，对不对？对，那大风一吹过来，就吹到那个花上去了。是，它这个过程叫授粉。对，授粉呢，它就长成果实。对，果实里面那个籽呢，又可以来种种子。这是多数的植物，是吧？是，多数植物都是这样。一定有点像这个男女这个结婚生孩子一个道理。植物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土豆人家自己你给它切几块儿哈，不切块儿哈，它一样继续生长。对，所以叫无性繁殖。对，自己它又超越了这个过去地球上所有的东西，还有这个地球本身是由阴阳，阴阳即分这个公母男女雌雄，是这样。这个人家自己就可以再生。我明白了，师傅。所以为什么说刚才他这个适应性特别强哈？比如说这个地儿不刮风，或者没有昆虫，或者昆虫很少，是对，他就不能够这个传送花粉，对吧？所以这个土豆就完全避开了这些条件，他都能够茁壮成长。对，虽然没有刺激和鼓励，他自己默默的成长。对，不靠别人。对。就有点像，就是人类，就是比如说拿那个时候拿一个母羊是吧？对，我记得20年前是公布在澳洲哈，他就克隆羊，对，在他这个身上取个细胞就克隆出，就慢慢出这个小羊就是他的本身的复制品，其实如果以此类推的话，其实人本身也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个现在一下这个科技哈，进行普及还没有达到哈，所以在地球上的这个很多物种之中，很少有就是单性繁殖出来的。对，土豆就是这么个东西，真有意思。所以呢，很容易种植，容易种植。对，是。所以它从种它，就简单，是不是啊？对。那在种植之后的管理呢，也特别简单，不怎么管。是。他们就是说，偶尔农民去干嘛呢？比如种了之后，看它长了一段。苗出来之后哈，就经常会在往上填土培土上，培点土浇点水，它那个苗又扎上根了是吧？是，它是这样的，它就不断的它长了那一窝土豆哈，它长了之后土地就变少了，那个土啊就给撑开了，所以一直往上填土，它就长得就更多。哦，若填土的土豆哈，能比不填土的能多长2倍以上。是这样，这有个技巧。真的是挺容易的。其实在家里阳台上也可以种。是，是，挺好。对，是。那刚才师傅也讲了，土豆的产量也是特别的高的。对。就是它，就是这个粮食作物，一共有可能土豆啊、玉米啊、小麦、水稻，就这四种嘛，哈。对，我们查了一下哈，还有数据，还有这样的比较的，就是土豆呢，一亩哈能出1200公斤啊。1200公斤，那说到玉米呢，它排第二，一亩是300公斤，才是它的1/4呀，哈。那排到第三的水稻，一亩才280公斤，到小麦就一亩才200公斤了，就是它的1/6。所以土豆远远的超过了另外几项粮食作物的产量，所以嘛，就促成了人口的增长，人口暴涨，对呀，真是哈，厉害厉害，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师傅就讲说，马斯克要想去火星哈，对对，到底吃什么？咱们现在就知道了，应该是土豆吧？对，没错了。对，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火星救援》啊，那个电影当时还很火呢，很多人去看。对，人类去火星嘛，哈。对，那个人去火星，然后宇航员。对，就是等着人家来救，要等好多天，他没吃的，他就在那儿种土豆。对、啊，然后那个电影上是种成了 啊，种成了，有可能 是的。后来我们查到资料，也确实是，就 NASA 呀，在模拟火星环境的一个小卫星里面，就是美国航天局，对，美国航天局啊，放出了一个怎么模拟那个。就是温度啊、湿度啊、土壤啊，这样子，跟火星上的一样，模拟啊，把这个卫星放到这个外太空去了，然后土豆在那儿成功的发芽，哎，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希望的，将来土豆应该是第一个能够驻扎在火星上的这个食物。我觉得也是。啊，嗯，那行了，我们放心了，对，以后有的吃了。是是是，嗯。那师傅刚才也讲说，这个师傅小的时候在那个青藏高原哈，啊，那边也种了很多土豆，特别多啊。对，师傅讲讲小的时候那个土豆的美味，那个好吃不？哎，不好吃啊！不好吃啊！我是说实话呀，嗯，因为我在住过几个人家哈，嗯，还有当时跟师傅一起的时候啊，嗯，那时候缺少什么呢？油，嗯，尤其是我在住在比较农民家的时候哈，嗯，这个他就是没有食用油，对，嗯，也没有钱去买肉，嗯，就是很贫穷那个时候，每顿饭就是。蒸土豆、烀土豆，啊，切土豆片切土豆条啊，土豆丝儿，啊，甚至土豆粥，啊，啊，下的面，就是，面里面放土豆疙瘩，对，嗯嗯，就那么一块一块的，一点油分也没有哈，嗯。其实我说实话，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饱肚子，不能不吃。嗯，其实感觉的那个，因为吃的那个面疙瘩也是那个叫做青稞哈，嗯，青稞做那个面呢，啊。就是其实真挺难吃的哈，嗯，我这就说不是挑食，我还是不挑食的人，是是，就是口感特别差，是啊，嗯，但是那个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说咋这么难吃，啊，所以我一边吃说又不得不吃，嗯，但是心里总觉得咋这么难吃，嗯，好玩吧，嗯，好玩，对不起，有点让你们失望了哈，不是那个确实是没有油，那你看现在我们吃麦当劳啊，吃什么对，啊，炸薯条都是油炸的，感觉油比土豆都多，对啊，对，嗯，是，但是后来有一次让你们看到一点希望的啊，嗯，哎哎，我呢就和那个那个地方的那个村支书，就村长啊，嗯，他的儿子带我们一群小孩哈，年龄相仿的十几岁小孩呢，嗯，就是到这个土豆田里头，嗯，他们在收土豆嘛，啊，秋天成长起来了，是土豆长成熟了哈，嗯，那成年人呢就是一大筐一大筐的，嗯，一麻袋一麻袋的往村里扛回去了，嗯，运回去了。那我们小孩呢由村长的孩子领着，就是我们也挖土豆，而且我们就现吃，哦，怎么现吃啊，怎么吃，哎，我以前不知道哈，嗯，哎，先弄了一堆土豆回来，嗯，我们不要，而且它有讲究的，不要拿太大，像这个这么太大，我们拿土豆呢就最大是这么大，嗯，或比它再小一点，嗯，小一点容易熟嘛，哦，哎，那拿这个土豆呢准备了一堆一小筐子，嗯，完了之后呢再教我呢，在一个这个农田里头靠边缘上浇水的话，就有鼓起来那块儿哈，嗯，对，农田啊，是那个土地哈，啊，在那上头往下挖一个坑，哦，垂直的坑，嗯，在侧面这个斜面上呢，嗯，挖一个口，像个窑洞口一样，嗯，让我们去捡那些柴火呀，嗯，啊，小干树枝啊，嗯，弄了一大堆，说准备烧，嗯，还有呢，再捡那些土地里的土疙瘩，嗯，比较硬的、比较干的土疙瘩。哦，之后我们把挖的这个差不多是个圆洞口哈，嗯，在边缘上往上落这个土疙瘩，嗯，土疙瘩和土豆大小差不多，嗯，就土块哈，土块，哦，中间是空的哈，垒出像一个窑洞，立起来的，哦，像一个建筑，嗯，啊，这样子的，不用泥巴，就是用干土往上落，土疙瘩落，嗯，哎，嗯，完了在底下呢，我们就烧火，嗯。拿来那些小树枝啊，那些植物啊，点燃就烧，嗯，烧到什么程度呢？看的那个土疙瘩都给烧红了，嗯，哦，跟炭之后就拿棍子呢，把这些有一些土疙瘩先
剥来下去到这个烧窑的这个洞里头，先铺一层，我们就拿这个剪了小土豆呢，放上头，先铺上一整层，再往上铺土坷垃，往上铺上去那个烧热的土坷垃，之后再拿整个土把这个刚才烧的，我们把它叫窑哈，烧这个窑全部覆盖住，不让它冒烟，不让它透气，用这个热量，来捂这个土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再把这个土慢慢扒拉开的时候，就觉得一股清香的味道，如神仙的食物就开始冒出来了，很想吃啊，对，最后把它扒拉出来之后，这个土豆，我就吃过世界上最香的土豆就是这个，哎呀，那个香啊，而且它每一面哈都可能被煎烤的，有的地方有点糊，有的地方是焦黄，又可好吃了，那个皮又硬又香，里头呢，哇，怎么形容啊，松软面，你吃了那个之后没人在想念雪糕之类，什么 ice cream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好吃了，就是哎这样烤土豆啊，口水要流出来了吧，对，已经流出来了，啊，对，真的特别香。师傅，那您那时候吃那个土豆是那种黑土豆还是白土豆还是红土豆？那个地方种的土豆呢大概是这两种，我手里拿的哈，一个有点脏兮兮的，对对对，这个土豆里面呢煮出来有点，它就是水少，这种哈脏兮兮的这个土豆水少，就面就很香，对，说这种土豆呢水分呢有点适中，容易脆，对，适合于炒土豆丝儿，对，但是也有的这个品种的土豆呢也挺面的，也挺香的哈，就看你碰运气吧，但是反正看着像土一样，土坷垃一样，这个土豆通常里面比较好吃，是，就是这样，这个西方主要是也是这个土坷垃色，这个大土豆主要是用于烤土豆，也是烤土豆，对，和那个土豆泥也是用它，因为它面嘛，这人民的智慧差不多哈，对，是，所以呢给推荐呢我们现在网友哈，说那怎么样去模仿我那个烤土豆呢，其实如果你家里头有烤箱哈，现在都是电的烤箱哈，还有煤气的烤箱，那个烤箱呢用把这个土豆哈洗干净之后呢用锡纸把它包起来啊，用锡纸什么佐料都不要放，把一个个包起来之后放你烤箱里烤，烤多久我不知道，那个可以去网上查，因为你那个买烤箱的时候有说明书啊，对，就烤土豆需要多久，对，应该这个因为锡纸呢哈它起到一个很好的导热作用，它使得这个土豆或者这个食物呢比较均匀的得到它的热量，这样烤出来这个土豆呢也比较容易熟啊，比较香，差不多，好啊好啊，我们也试试，我们这个不放佐料哈，等吃的时候我们当中像村长的孩子就往上撒点盐，我们就跟着模仿撒点盐就吃，爱吃辣椒的撒点辣椒粉，就是这样，千万别蘸油啊什么，那就低级了，就影响到土豆本身的那个芳香的感觉，所以从那儿之后我觉得哎，脑子开始有点开窍了，除了土豆之后，感恩师傅给我们分享，就我们越听越馋的师傅，这期直播好，这个得忍住口水啊，一会儿咱们就开始烤土豆，好嘞，好 ，OK， 下了课之后，好的，现在这个全球哈，有2/3的人都以土豆为主食，就德国人到现在哈，一日三餐都有2餐都是得吃土豆，德国人，对，特别爱吃土豆，科技那么发达还吃土豆，对呀，那你看西方人都是，你看麦当劳的薯条，对吧，薯块，对，什么土豆泥，土豆沙拉。对，我觉得麦当劳那个他们那个 logo 那个标识哈 ，M 那个 M 啊，就像炸薯条炸出来的，是吧？就那个东西勾引着小孩去吃炸薯条。对，那英国你看像炸薯条吧哈，像，对，那英国的也是，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叫国宴呢哈？国宴。对，英国那国王、女皇还是谁？国王要请人吃饭。他们的著名的这个国宴的一道菜就叫炸鱼薯条嘛，炸一块鱼再加上炸薯条，你看多高级呀，对，是，对，刚才也讲了这个土豆的移民史哈，对，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哈，到了几乎到了全球，对，全世界啊，那人们都特别的喜欢，那昆迪师姐介绍介绍它的营养成分呗，好啊好啊。
那刚才师傅有说土豆既是饭又是菜哈，哎，对，它又是粮食又是蔬菜，嗯，其实呢它还是水果，我哎，它是一个三合一的这个全能食品。怎么叫水果？水果咱们都生着吃吗？它就是有水果中的营养，虽然你是熟吃哈，哦，我们来一一来看一看，哦，听一听哈，嗯嗯，对啊，首先呢，对，那咱既然说到水果了哈，嗯，对，咱先看这个图哈，那土豆很大的成分是水哈，70%左右哈，哦，然后呢20%左右是淀粉，之后有蛋白质啊，嗯，纤维啊，脂肪酸啊，嗯，其实它是含有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哈，哦，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土豆和苹果哈。啊，对，来比较一下，嗯，因为刚才我说它也是水果嘛，对对对，对，那苹果呢？法国人把土豆叫做地下苹果哈，嗯，苹果我们经常说，哎，一天吃一个苹果，哎，就不用去见医生了，医生远离我，啊，对对 对, 对，就说明它其实维生素啊，各个含量都很高哈。是的，可是它跟土豆一比，它就逊色了，嗯，哦，是，我们就拿维生素哈含量最高的这个苹果哈，它每100克的这个苹果呢，含4.6毫克哈。土豆含19.7，是它的4倍呀，啊！这是啥维生素？维生素 C。哇，是哦。啊，维 C 的含量，同等重量的土豆是苹果的4倍。哇，啊，这个还真没想到。多高啊！嗯，啊，对呀，啊。那我们看这个图上哈，维生素 B 呀，啊，铁呀，啊，磷呐，啊，镁呀，啊，所以各种各样维生素，嗯，土豆的含量都远超苹果。那咱吃了土豆就不用买苹果了，哦，没错，每天吃一个土豆绝对不用去看医生了，还真是哈，啊，是，但是土豆是要吃熟的哈，苹果吃生的，嗯，啊，所以才往全世界普及那么快，哦，就是，啊，对啊，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那个微量元素叫钾哈，嗯，就是那个，嗯，比如说什么对血压的调整啊，对，还有对疲劳哈，嗯，对，人家就跟我说嘛，说你要觉得累了，你就吃根香蕉，嗯，啊，哎，因为它那个高含钾，它就解疲劳。嗯，对，说钾呢，我记得师傅也说，钾，嗯，对人身体是补充能量特别好，嗯，对心脏和肾脏也好，嗯，啊啊，那土豆里有吗？有 啊, 啊，土豆里的钾比香蕉还多，哦，真假，啊？你看多厉害！哎，这土豆，哦，是啊，对，那咱吃了土豆也不用吃香蕉了。嗯，是，你看这个也是100克的土豆含钾535毫克，嗯，香蕉同样100克才含358，啊，嗯，是土豆的一半以上一点吧？哦，哈，对，那每天吃个土豆还能预防中风、心脏病，没错，预防高血压。哦，你看。啊，对，哦，太厉害了。那我听说这个土豆好像对于，嗯，糖尿病患者啊，吃也是挺好的，对，是吗？是的，因为你看，我们知道说这土豆里边有淀粉哈，嗯，但是它这个淀粉就是好淀粉啊，嗯，跟那个麦子跟咱们吃的大馒头、大白馒头、大米饭那个是不一样的，哦，这个土豆，就是，跟白米白面不一样，对，土豆它跟玉米啊，哦，红薯啊，就这几个哥兄弟都是在咱们的这个食谱中叫粗粮嘛，哈，嗯，对，虽然它叫粗粮不是精粮，但其实它这个淀粉是优质淀粉，嗯，为什么呢？它释放糖呢比较慢，所以就我们吃了以后不会说血糖刷一下升高，哦，那么糖尿病的人吃呢就比较的安全了，哦，啊，是这样的，所以糖尿病人少吃白米白面，可以吃土豆来作为主食，对，来替代，啊，对，而且土豆中它还有含有一个特殊类型的淀粉，啊，叫抗性淀粉，嗯，这个淀粉呢它还研究起来呢，它就是在大肠里边成为肠道中那个有益细菌的营养来源，益生菌，没错，就益生菌，它得吃这种淀粉才能生长，哦，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益生菌在肠道中和对整个人体的免疫功能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吃土豆，然后益生菌才能长得好，对啊，而且抗性淀粉，对，而且这个抗性淀粉呢还减少胰岛素的抵抗，所以呢，它就改善这个血糖控制。嗯，好神奇啊！那就是说，糖尿病人可以吃它，是可以吃的，哦，对，这太好，适合的，嗯，对，你看，嗯，对，也神赐的吧？对，是的，是的，多神奇呀，啊！对，啊，哎，昆蒂师姐，还有就是，有的人他有反应哈，啊，就说，嗯，吃了一大顿土豆之后，吃好多土豆以后，那，嗯，胃好胀啊，他对肠胃是不是有点副作用啊？嗯，其实是没有的，估计那个是吃的太多了，啊，是多撑的呀，啊，正常量一天吃一个，嗯，两个哈，嗯，其实土豆是养脾胃的，哦，是哈，啊，是，哦，中医都有研究哈，嗯，本草纲目里都有写土豆是健脾胃，嗯，尤其是能够补益这个胃气的哈，嗯，然后呢还能够强身健肾，
哎哎，这个我知道了，先别说肾啊，先说脾胃。嗯，师傅也给我们讲过五行跟食物的关系哈。嗯，土豆，土豆嘛，土嘛，土里面出来的。对，师傅每次都讲这个中央戊己土，中央戊己土。对，所以这个土的里边产生的土豆就对这个脾胃特别好，是不是？对，就是养脾胃的。你看，对对，养脾胃太重要了，对。它可以协助呢人体消化和吸收其他食物的作用。哎，对对，它协调的。所以一个人他脾胃要是健康，要是好的话，整个身体的运作就好了。对，就都好了。比如说经常有胃酸的人哈，就吃点烤土豆的话，烤土豆，对，吃那烤土豆皮的那个部分哈，我觉得对于这个胃酸呢哈，调整脾胃作用非常大。真好。对对呀，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哈。来，那很多人现在减肥哈，他们就要就是控制饮食，对，尤其淀粉类不敢多吃。嗯，那土豆就减肥的人能吃土豆吗？应该不至于胖哈，能吃。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这个综合的哈，所以我觉得吃土豆不会发胖。因为它的那个热量反而比米饭还要低。对对，比米饭还低啊。对，就一句话吧，就是你别吃太多了。对，但是我得加个但是哈，嗯，就是大家去麦当劳啊或者一些西式的这个餐饮店哈，喜欢吃那个炸薯条炸薯块哈，是经过油炸高温之后哈，这个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对，就可能说形成了一定的类似于便秘，这样就卡在这个直肠大肠里头。对，是不是啊？嗯，一直出不来。对，哎，这个时候就性质就变了。对，如果是糊土豆、炒土豆丝等等的这些的话，就没问题。就是师傅说的，不要那么低级，不要弄的那么多油。对，没有油才是高级的。你增加那么多，尤其是油炸这个部分，是啊，它就变性质了。对，热量一下就高了。是是是，嗯，但是就算能排出来，有一种可以吃油的方法哈，我们比如说这个土豆我是蒸熟的，就我为了自己的口感和我的某种身体需求哈，我蘸了一点，比如说有酱又有醋，尤其是有些高级餐馆那个西餐馆之中，对，给你那一个小一盘小酱料当中，对，它其中有食用油还有酱油之类的，是吧？那个你蘸了一点土豆，就是蒸土豆，这个没问题。对，因为我是说的是炸土豆条、土豆块的，对，那个不行，是那个油量太大了。对，这个东西除外哈。对，感恩师傅提醒。对，还说到土豆，它为什么也是一个减肥食品呢？因为土豆我们都知道，吃了以后它比较饱。哎，是啊，饱了你就不再吃到处吃了，对，不想吃了，哎，就对，就不用东抓一抓西抓一抓了。嗯，啊，它有这个饱腹感，所以它是很好的减肥食品。对，那这说到，那有的人瘦，他不是需要减肥，他吃土豆好吗？我刚才说了嘛，养脾胃呀。对，你吃了这个，那肯定瘦人主要是脾胃不太好。对啊，对，养了脾胃之后，自然就变丰满了，健康了。是，所以瘦人胖人都得吃土豆，都好哈。对，还是提醒大家，就是第一个什么都不能吃多了啊，第二个避免油炸啊，吃的方式啊，吃的健康。对对对，真有意思。我还听说哈，土豆还能美容，师傅。对啊，土豆呢，那个土豆片哈，哎，你贴在这个眼圈上头哈，经常熬夜黑眼圈。对。我觉得它可能会给你减淡你的黑眼圈。哦，还能消除黑眼圈，真好。哎，因为刚才不是讲过，它里头有一种消炎成分还好。对对对。所以你像包括你的脸上带那个痘痘啊、斑呐。青春痘啊。对呀，这个东西贴一贴的话，其实我都想的哈。其实用土豆泡的泡水之后产生这个淀粉水，对，你抹在脸上当面膜，对吧？土豆面膜。但是为了安全起见，30分钟之后就用清水把它洗掉，擦干净。对，我觉得话应该说，对于说把你这个皮肤下面的一些，一个是死皮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些斑斑点点，油腻呀，一些肮脏的那个在这个毛孔之中的东西就给它洗出来了。就带出来了，有道理，并且没什么副作用。对呀，全天然的。对，啊，你看土豆片你看贴在你脸上哪里颜色不太正哈，贴一贴的话，它可能给你中和了。好。
对，今天晚上我回家就去试。今天等一下先吃糊土豆，然后再贴土豆，晚上再土豆美容，再来个土豆浴。对，这个土豆美容之后，肯定会感到这个脸哈很紧致，对，还有收紧的这个作用。是，嗯，对。对，如果这个土豆再蘸点其实细致的黄土的话更好。这是我个人增加一个部分哈，啊，干净的黄土，它像灰尘似的黄土，嗯，就是它有收敛美容，嗯，还消除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啊，炎症啊，还有那个皮肤下垂啊，松软啊，对，它有收紧作用，对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哈，因为在青藏高原呢，手上蘸油脂太多，嗯，是特别常见的事情，嗯，原因我就不讲了哈，嗯，其实有时候找不到肥皂怎么办呢，嗯，我就会找那个土壤哈，嗯，拿个土在手上搓一搓，嗯，沾着水再洗一下，最多两遍，比肥皂要干净多了，哦，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嗯，你洗完之后啊觉得手都瘦了，嗯，那你用这个用黄土洗脸呢，脸就瘦了呀，嗯，你本来是个胖子，洗完脸变成瘦子了，嗯，美容了，美容，对，嗯，就是这样子哈。好，感恩师父。那说到刚才说到这个对皮肤的这个保养吧哈，嗯，那确实是像对那种湿疹呐，嗯，啊这个皮肤上的这些也是贴上那个土豆，对，尤其是土豆皮儿，嗯，啊，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比如有的时候不小心划个口子哈，哦，对，就拿那个土豆皮儿，哦，啊贴上。它就帮助伤口愈合，很快的。嗯，这是小偏方了哈。小偏方了，嗯，是是是。对，那就是烧伤、烫伤啊，没错，或者是这样割伤啊这种啊，都可以。湿疹啊，都是可以用土豆皮儿来试哈。嗯，好的好的。对，那我还在看到过，就是土豆也能治便秘，师傅。哦。啊，就是说把这个土豆啊，就榨成汁儿，然后给它熬成土豆粥、土豆糊糊哈。糊糊。每天早上想拌的话可以放一点蜂蜜，不放也可以。吃个两勺，再配上一杯温开水，哎，说这样对便秘会有帮助。我吃两勺就行啊，关键多大的勺就是。嗯，对，说空腹吃两勺。哎，这个我都有点怀疑，这个要尝试一下哈。哎，对，我一听这个食谱，我还以为是蜂蜜的作用，因为那个土豆它黏糊糊的，它还促进。土豆是治便秘哦，中医里面有说土豆是，哦，对消化不良啊、便秘啊什么都有帮助啊，哦嗯。你看它双降调节，嗯，又养脾胃，又帮排泄，哦，哎，这么好哈，万能性食物啊，就是挺好的，对，厉害，嗯，厉害厉害，嗯，对，嗯。刚才就简单也说到这个烧伤、烫伤嘛，哈，对对，他说那个印度呢也是啊，人家都是那个在医疗中都是用这个土豆皮啊，嗯，还有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国家也是，嗯，他把那个马铃薯把那个土豆煮熟20分钟啊，然后在那个无菌的情况下把皮剥下来，嗯，把那个皮保存在4度的环境以下，哦，然后在治疗烧伤的时候就把那个土豆皮拿过来，嗯，给你贴到那个烧伤的地方，哦，啊，现在就是这种科学非常非常科学的一种应用，是，哦，嗯，因为一般烧伤的皮肤都会用人的皮肤去盖啊，对，但是土豆皮可能还是很接近的，就是从生理的这个啊，嗯，角度来讲，还是就是关键它的那种含有的元素成分哈，啊，就对于这个一个是这个烧伤、烫伤，嗯，的恢复啊，对对人体哈，嗯，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恢复作用，是，啊，对，这点恢复。刚才我说你说烧伤、烫伤这件事，大家应该记住哈，对，这挺难得的，很重要，就是轻微的都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很多烧烫伤哈，很容易留下疤痕，很容易让皮肤溃烂，长不上。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们平时做饭什么，有的时候油崩出来都有，对，经常被烫，对，嗯，是。那个李时珍是啥时代的人呢？明朝，你看，嗯，他李时珍就知道土豆，嗯啊，他已经感到了土豆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李时珍祖传秘经中就记载了，嗯，说把这个土豆也是捣烂了，弄成土豆泥哈，啊，那种，嗯，然后把那汁儿挤出来，抹到这个皮肤的患处，主治清热防腐，
所以对这种轻度烧伤、烫伤啊、皮肤破损呐、湿疹、炎症啊，都管用。你看，都入了，马上入了咱们的药典。对，对，厉害哈。那我记得师傅今天给我们分享过一个偏方，就是他土豆对胃好像还是，胃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哦，胃溃疡。这都是师傅。在青海的一个老大妈哈，对，那她呢就是，因为好很多孙子嘛，这小孩就出点身体问题常见的，可是她家呢那个儿媳妇，那个胃啊有胃病，哇，一经常是捂着肚子顶着，用手使劲顶着，那么疼啊，她一旦痛起来就那样子，那我就感觉有点像胃痉挛那种。胃痉挛如果弄不好的话，它可能是有胃溃疡，可能有胃溃疡造成的胃痉挛哈。对，那就是这样子。那我的师傅呢，就给一个小偏方哈。他就说呢，他也是听说的。就用这个土豆呢，就是把它给它捣碎之后，把那个汁儿挤出来，就那么喝。喝土豆汁儿。喝土豆汁儿。我记得还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点这个生姜的姜汁儿哈。但是最安全的就是土豆汁儿是主要的东西。让他喝。就是每天就喝那么，也就是像过去那个小酒杯哈。很小的，很小的小酒杯。那也就10-15毫升吧。也就是他每天那么，就是一顿就3小杯。小小酒杯的那个生的，生土豆汁儿。他早晨起来吃饭之前先来他一，来他3杯，就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因胃痉挛，我的印象是没多久就好，因为很多年了，有点记忆的淡化了哈，就是有这个问题，那么再后来呢，就是说，这个我认识这老太太呢，就开始对土豆就研究哈，对，她又听别人说，这有一次呢。他这个有个孙子呢，头上呢长了很多那个疮，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长的疮，就是说现在小孩很少了，因为过去可能也是营养不良嘛，这老太太呢不是听谁说的，就把一个土豆呢削开一块儿，不是能挤出汁来嘛，她拿削开的这个部分呢，在长疮地方抹擦一擦，擦一擦，也是一个礼拜之后大约就好了。好玩哈，好玩，对，所以现在因为很多药嘛，一般可能用不到这个部分，对，所以它用西药了，对，土豆当中它本身就尤其是生土豆哈，生土豆汁儿当中它有一种对让伤口收敛的作用，对，还容易长出新肌肉的这个作用，对对对，收敛生肌，消炎，因为它里头带。青霉素嘛，是啊，它带有这个成分，小油，对，所以这个讯息其实大家应该记住一点啊，很重要。对，这个其实有点通用的原理。刚才讲到它对皮肤的那个哈，消炎还有长肉的那个好处，其实一样。它胃溃疡，它就是胃里边它溃疡了嘛，对，也是那个表面坏掉了嘛，所以那个土豆也来安抚了，对，就长好了，对，是补好了啊。确实，从五行来说呢。这个土豆再加上它本有这个颜色哈，这个样子，它就是五行之中就归土哈。那这个土呢，如果好的话，它是协调整个五脏六腑，让它整个机能啊重新啊生长和恢复这个作用力。所以把这个脾胃养好呢，其中一个吃土豆哈，应该会起一定的作用的。好，真是好。所以这全能的土豆啊，哈，真的，它不光食用这么好哈，药用也这么好，而且在就是其他的就是在医疗啊，哈，这个纺织啊，一些其他领域也都有被用到啊。对，就师傅刚才讲的那个药的那个壳哈，也胶囊壳也是用土豆做的哈。然后纺织领域现在还有这种。就是一次性的衣服啊，或者什么会用土豆来制作啊。土豆还能做衣服？对，土豆纤维和一些其他的混合哈。然后土豆还能够替代塑料，就是做一次性的这种可降解的，对，可降解的塑料啊。对，它就环保嘛哈，可以做杯子啦、盘子啦、叉子啊这样子的啊。对。然后还有就是挺有趣的，就石油钻探公司啊，他们还用土豆来清洁钻头。哎，这不就
刚才师傅说的那油乎乎的手搓、啊、用搓土的那个方式，他这个就等于把土变成土豆，是、哦、对、嗯、去清洗油脂，你看吧，对对、哦、所以它里面某种含量哈、嗯、它和那个油呢、嗯、有时候又产生一种对抗作用、嗯、哎、嗯、对，这样好，那土豆这么好，我们也说了，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够过量的饮用哈，对，还是适量的吃，然后吃的时候注意健康的方法去烹饪它，对啊。那还有就是土豆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就不能吃了，对，就是哪些不能吃哈，对，咱们交流一下哈。好的，说了这么多好呢，但是你不知道它一些弱点的时候啊，也会出问题，对对，发芽了不能吃，嗯，发芽了坚决不能吃，嗯，还有比如说那个一闻它可能有点味道不好的，这种腐朽的味道，对对对，坚决不要吃，对。那有时候呢，像我们中国人呢，很多都是节约式生活哈。嗯，是。我们禅修也提倡简约生活哈。嗯。就是，但是，食物一旦坏了之后哈，嗯，吃到肚子里去，你可能中毒了。是，食物中毒。而严重者中毒就乃至导致死亡哈。对。嗯、所以就麻烦了哈。嗯。所以就坏了时候千万别吃。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切土豆的时候，哎，一刀下去，一切开。里面有一部分发黑，对，嗯，会有那样、啊、灰黑色一出来，对、嗯、啊，那个千万别吃，不能吃、哦、就已经坏了哈、啊、对，发黑、哎、啊，发芽发黑，土豆外面发青也不能吃，对啊，对，还有就是说土豆如果都没有，但是你煮了以后吃的是有苦味的、嗯、说也不好，对，它其实就是有毒素了，对、啊、对，这个咱们都是节约惯了嘛，就那发芽子的那种土豆哈，嗯，坚决不要吃哈。不不，那个芽子弯掉了、嗯，别的地儿还是能吃的吧？我不建议，不都不建议了，我不建议，哦、嗯，因为它毕竟在一个土豆这个身体上哈，在、嗯、在发芽的时候呢，我就害怕它已经坏了，啊、嗯、啊，这个不要冒这个险，嗯，因为这个土豆因为。它产量高嘛，对、嗯，所以它价钱不高，是、嗯、好吧？便宜菜，不管我们多么节约生活哈、嗯，这个食物一旦坏了，吃进肚里，如果真中毒呢，嗯，就麻烦了。嗯，是好。哎哎，那我讲一个，与它相关的中毒的故事，好吧？好啊，好，相关的哈，不是直接的。嗯，就是在我的家乡河北哈，嗯，就是我那时候还小，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乡河北冬天挺冷的哈，到河北省你到冬天的去的时候，土地一看那黑乎乎的，那个树上也没树叶子，那草更没有了啊，所以是这么一个一看挺凄凉的感觉。但是人们这个冬天这个菜怎么储存呢？其中有土豆、白菜、大白萝卜之类的哈，就是还有洋葱、大葱之类的，他们就是那时候没有冰箱呢，有冰箱也盛不下那么多，有一大堆冬天吃菜，至少三个月以上，啊，到半年左右，这个菜要储存起来。那在乡下也没什么卖菜的店嘛，就靠你家存多少吃多少。对。所以通常就是挖一个菜窖，啊，通常在地下，挖到地下，每个地方深度不一样哈。嗯。像我们家乡有挖的深一些的，就有一个比我们大两三岁的一个男孩哈，哎。他跟着家长下去拿东西，就家长刚打开盖子，那个菜窖的盖子，那个他在菜窖是垂直的，啊、嗯，他这小孩一下就跳下去，下去之后就没上了，就休克了。嗯，这大人上去把他给捞出来之后，一个礼拜之后就确定，已经是叫神经性耳聋，而最后导致都不会说话了。哦，还活了是吧？一辈子哑巴。哦，还有的人就是掉进去之后，他那个气体，他的毒气嘛，哈、嗯，就死了呢，还有的有死的，对、嗯、对，这个脑神经中毒嘛，哈，是，他那个中毒的不是那么重，哎、就成了哑巴，哎，很可怜，耳朵听不见，可惜哦，啊，那小孩长得又白又净的，还是你看啊，人生一劫，对，但他那个窖里头就有土豆啊、白菜啊、萝卜之类的，是，就混的这个气息哈，对，哎，当然这个不是吃土豆。那、嗯、吃土豆中毒的之后也是上吐下泻，全身出虚汗哈，是的，甚至整个嘴唇发黑发白的都是可能、嗯、啊，所以不要吃过期的或者已经腐坏的土豆。对对，讲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来这个土豆的神奇哈，就刚才不我们说了这土豆有好多好多种、嗯、也是为了适应那个不同的生长环境的哈、嗯、对对，所以它这个发芽期不刚才说了师傅讲了吗，说土豆成熟了之后呢有三个月的
休眠期，嗯，三个月以后，这个温度啊、湿度合适就开始发芽了。对，一发芽这土豆就有毒了。对，就是人呐、动物啊都不能吃了。对，吃了就都会有问题。嗯，它为什么有毒呢？这也是它自己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机制。嗯，就说我要发芽了，我要繁殖了，你们都离我远点啊！我有毒啊！啊，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它为了让自己生长下去。它为了生长，对。所以它这个繁殖性，它的产量特别高，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的解释挺好的，不管它是不是为了生长，嗯，所有的食物都会变坏，你就别吃，就是没有其他的理由，不管是不是为了生长哈，但它就是你没有一个适当的温度去保管它，它就会变坏，对，是变坏过去的食物。嗯，真的可能让你造成一生的遗憾哈。是是，所以不管多节约，这个坏的食物尽量别吃。对，好的，明白了。说起这个土豆的储存，其实还是挺容易的。对啊，就是说，1到3度之间，只要干燥通风，不要见光，就能储存8到9个月。哦，对，不见光很重要，但温度也很重要，就是温度在这个1到3度之间是最好的。对，嗯，但是我觉得土豆在食物之中哈，嗯，食物和蔬菜之中，它自然的这个保鲜期是最长的，嗯，对吧？你想，没有一种菜比它时间更长，对，能放就是在自然情况下，对，是的，对，嗯，是，嗯，对，好的，嗯，咱们聊土豆，聊土豆，我知道这个北美的孩子们，现在其实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爱吃的一个零食就是薯片儿，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观众中很多都是一边听着直播一边吃着薯片，对，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土豆，是，嗯，是，嗯。其实薯片挺香的，嗯，香的，我吃的不多哈，嗯，因为经常说话怕吃了嗓子发干哈，对，其实我觉得真是挺香的一个东西，嗯，是，那这薯片它是怎么给发明出来的呢，嗯，来给讲一讲哈，哦，啊，这个也是可能100年前的事情了，哦，啊，当时呢是在哪儿啊，在纽约州吧，在纽约州啊，哎，对对对，有一个黑人厨师啊，嗯，他就专门是炸薯条的。哦，结果呢，有他做那个薯条呢，哎，就是他，对，这位老兄，他炸薯条的。结果有一个顾客吧，老来退货，老来退货，哦，嫌他炸，对，嫌他那个炸那个薯条太厚了，那个薯条切的太厚了，哦，啊，经常退货呢，这老兄就不高兴了。他说好吧，我来报复你一下，你不嫌厚吗？我给你切的薄薄的，哦，他拿那个土豆呢，他就刀工也好哈，叉叉切的真的就跟纸片一样薄哈，嗯，对，然后就过油就炸了，对，然后哎一卷曲一点，然后很脆的，很香脆这种，然后他再加上各种盐呢，什么调味料啊，什么的，对对对，我就咸死你哈，对 对， 对，弄好多，说这回你不嫌这个厚了吧，嗯，啊，给着顾客了。结果他本来想着顾客还不得骂他一顿哈，结果这顾客一吃，哇，这太好吃了，哇，立马就传开了。对，再做点，我打包回家。对，然后后面就别的顾客也，我也要那种，我也要那种，哦，就开始都要薯片了。哦，对，一下子成了当地的美食了。对，他就无形之中发明了这个东西，哦，薯片是这么发明出来的。哦，然后后来有一个那个推销员啊，嗯，他叫 Herman Lay 啊，哦，老雷啊，哦，老雷呢，然后就哎发现这东西好吃哈，嗯，然后就到处去推销，到处去传播啊，嗯。然后呢，而且他就成立了这个 Lay's 这个薯片公司，哎，这现在我们叫乐事，啊，很有名，对，嗯，啊。那中国叫乐事嘛哈，乐事薯片，哦，对，就是这老兄就把这个等于把专利买下来了，哦，然后非常好的去做经销，很好的推广出去了，对，现在都啊几十年了，将近100年了哈，哦，我们仍然吃着，这个，还在吃他的类似薯片，对对对，而且他还是在美国领先的，嗯，还是领先的马铃薯片品牌。2023年啊，这个类似销售了14亿包的薯片，14亿啊，和中国人口一样多，是，哦，家伙，嗯，那他每天生产量就不多少火车皮，流水线，你看，啊，多少土豆，就是这样子，嗯，自动生产哈，是，哦。嗯，几个小时出来之后，已经装好的小盒或者袋子了，哎，啊，哇，到了各家各户。明天咱得吃点哈，哎，这个也是不多吃啊，偶尔吃一吃还是很香的，对，偶尔吃一吃可以的。对，好，
在国外看电影看电视哈，投入之后、不是吃爆米花就是吃炸薯片，是的啊，就是这样。开 party 小朋友开 party 一定会买薯片、一定有啊、这个薯片这个土豆这个东西吧，它就很有安慰性哦，吃了之后就让人觉得很满足，很满足、对，很高兴，很温暖，美美的，这手会自动伸过去拿，对啊，因为薄嘛，吃了还想吃，就薄的话总觉得没吃饱嘛，它继续往嘴里塞就是。对，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哈？虽然是一个啊南美来的移民，现在整个遍布全球。对，哎，我觉得世界上这个从这个小食品来说的话，土豆片应该是首屈一指吧？应该是单独单向一个食物来说，是吧？它肯定比爆米花多，对吧？对呀，啊，你看哈，刚才说这个类这个哈，其实欧洲也有很多大品牌哈，也有，它也占了很大一个饭市场，是一个市场哈。现在亚洲的也是，它就纯薯片嘛，对，然后不同的味道，老是有新味道出来。对，我觉得没有另外一种食物能卖这么多包嘛。对，没听说过。你吃爆米花的话，那没有这个。在北美就是去电影院才可能买包爆米花，对，是吧？对，那上了岁数还得有时候懒得嚼它，是吧？巧克力肯定也没有薯片多，对吧？很多人不适应嘛，是。你要减肥就少吃巧克力，就多吃薯片哈。是。雪糕肯定也吃不过薯片儿，对，肯定吃不过。那是上岁数吃不了，冬天更不能吃。冬天正好吃薯片儿，对，哎，哎，这样想，我想起麦当劳那个 M，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像一个弯曲的薯条，是吧？是。你看，这个这都不是这个土豆的产品吗？你卖向全世界，它是最大的一种独立销售的一种食物。对。对不对？对，你说你卖饼干的话，饼干它掺了很多种东西嘛，对，它不可能是纯土豆，对不对？对，所以你看薯片，嗯，啊，还麦当劳炸薯条，嗯，你看都是世界最大连锁店哈，对，厉害，厉害，就这个，哎呀，这个土豆不得了，了不起，嗯，是，也介绍一下我们加拿大的土豆也特别好吃，对，嗯，也是哈，就师傅桌上摆的那几种都特别好吃，哎。也是这么小的，你说它熟了吗？熟了啊，它就这个品种。对，你怎么知道它熟了呢？这卖它发出信息给杰杰老师说，他告诉我说可以吃了，可以吃。你说它就是长得个儿小，其实是熟了，对不对？对，它叫小土豆。小土豆，好吧。一般他们用这个来做沙拉，对，就是它形状比较。这个红皮土豆比较多于做沙拉，而且人家。不削这个皮儿，就留着这个皮儿。我记得我们去一些西餐厅的时候，我说他这个小土豆呢，好像压扁了一下，哦，没有切，嗯，稍微压了一下，对，之后又烤的，对对对，那也挺香的，有点筋到咬头的感觉哈，好像放在油盐呢再烤一下，嗯，是，那也挺好的，好吃，就好像用其实用那个双面的电锅这么去煎它也可以，是吧？可以的啊，这个，这么小我那个。等哪一天在禅堂种上几盆哈，可以，挺可爱的，种一个长一盆儿，对呀，是，对，加拿大土豆很好吃，这土豆真的是在这个食物中，我们刚才讲哈，它这个又是这么能够适应各类环境，营养又这么的全面，又是粮食又是菜又是水果，它怎么能够这么完美啊？这一种食物我们还没看到其他的食物有这么完美的表现，因为是。神赐的食物啊，对，因为在我觉得哈，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人类慢慢随着这个，一个是在古代的话，就是人口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但是呢，比如说你没有农药，对吧？对，所有的你在人也吃，虫子也吃，其他动物也吃，是吧？所以人是给这个动物和虫子之间抢粮食吃，对，所以产量就变低了吧？对，啊，你现在比如说打500公斤一亩的话，过去呢没有农药的时候呢，你就可能是300公斤，对，对吧？一下产量就变少了，是，所以呢，再加上一个天灾人祸，比如说一年不下雨，是，还有呢。说敌人侵犯来了，打仗了，对，是吧？男丁都给抓去当兵了，对，或者是死亡了，这个土地的话没人耕种了，所以造成的大量的土地闲置而没有产量，对吧？所以世界大乱，卖儿卖女啊，对，那大家哪个人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啊？是，没办法给卖了，
再更惨的我就不敢讲了哈。嗯。比这个说的还更惨。嗯。这严重的时候啊。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看，说原来这个全世界，比如说从一个国家吧，说原来是一亿，嗯，打了十年仗之后，嗯，剩下五千万，一半人没有了。是。那死的男都是男人吗？不是，女人一样跟着死。嗯。是这样。说这家的农田没有收成了，光战乱了，他吃什么呢？嗯，那就早死了呗。嗯，还像婴儿呢，小修婴儿、嗯、儿童死得更快。嗯，啊，跑不及呀，对，没有家长管呢，嗯、跑丢了、嗯，掉河里了，是吧？嗯，就死亡率很高。所以因为这样的人类这个痛苦哈、啊，因为对于粮食的竞争，还再加上天灾人祸之后，嗯，哎，其实我相信。芸芸众生心中的苦难哈、啊，就对上天祈祷啊！哦、啊神呐、啊，哎，救救别有战争了啊、嗯！先给我们点粮食吧。嗯，哎，神，你想，你现在这粮食的产量是一种注定的呀、啊嗯，对不对？嗯、哎，它就产这么多。嗯，哎，还有很多东西，有些这个植物，某些土壤还种不出来。嗯，哎，神受感动之后说，研究一种特别容易种植。哦适应所有土壤的，嗯，所有气候的，嗯，啊，对，都可以的，嗯，啊，虫子又不太爱吃的，对，哎，这种食物，啊，而且呢，除了它是粮食之外，它本身呢还是蔬菜，对，是吧？你就没有钱买蔬菜没关系，吃它就有了，对，没有钱买水果没事儿，吃这个就够了，有了，是吧？甚至吃了它之后还减少疾病，你看，全能啊，啊，全能食物，嗯。所以这后来神赐给人类、哦、啊就是这样子的 嗯, 嗯所以它是个全能性的一个食物、嗯、啊、嗯、我觉得它不是从人类有了它就有了它不可能嗯、哦、嗯像师父这个神是把土豆从他那个地方带过来的呢还是到了地球上他创造出来的呢对问得好嗯那我现在就是猜想啊、嗯那我觉得呢，首先它这个 DNA， 就它这个原始种子，嗯嗯，是从太空来的，哦，就神那个地方，就在那个神那个国度，哦，或者与神相关的一个国度，嗯，他在那找这个 DNA， 特别适合在这里作为叫原始的，就像一个原始种子之源，嗯，原始种子就带到地球上来了，哎，把这个 DNA 拿过来，嗯，但是呢，和地球的。这怎么样去适应它呢？嗯，混合了地球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土壤。嗯，哎，他就研究了，可以，他也收取了地球上几乎每个州、每个地区的各种土壤。哦，都给他把这种土壤当中的某种元素，就类似于 DNA 的这元素全混合进去。嗯，所以就是有太空的元素，有地球本身这个各种土壤的元素混合到一起。而创造出了这个叫土豆、嗯、中文翻译出来叫土豆对另外一个叫洋芋是对洋呢从西洋传过来的嘛对叫洋芋像个芋头似的、嗯、对像芋头嗯 对, 对西洋的意思是但是它原有的译名呢就叫土豆就叫土豆嗯那其实有时候也叫天意哈嗯那中文为啥叫土豆呢因为它有养胃对特别适合于脾胃接受它是吧又带有全能的这个食物、嗯、又带有点那种营养加医疗性的食物、哎、对真很神奇啊真的很神奇、嗯、真的很神奇 嗯, 嗯, 嗯所以就是、哦、就是 外太空和有外太空和地球上的土地球上以土壤为主的、哦、啊这样的能量一个结合体而产生了这个东西哦其实从我说的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神了哈嗯我们不动脑就理解不了嗯如佛门的哈佛说啊组成人你我他和各种物种哈嗯其实有四大元素组成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嗯啊那按照中国五行哲学来呢金木水火土嗯啊也就是说他都原始的圣人和神就把地球上很多物质呢你说多了之后几千种你记得过来吗、嗯、我你们读书不错我相信你也背不出五十种来对不对背不出来、嗯、你只能说类别对由这几种类别组合它就成了一个新的物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经过一种特殊组合产生的奇特的食物物种
那中文叫土豆。嗯。可是呢，在原产地把它叫啥？哦、妈妈。对，妈妈扎沙。妈妈扎沙。啊、嗯。妈妈加沙。是。是吧？啊、嗯。很好玩吧？哈。好玩。哎。嗯、为啥叫妈妈呢？说这个东西它能够养育人类。对、嗯。我觉得从神在那儿起给人类起的这个名字。所以当地人记住了这个名字，这样妈妈一样爱众生的一个食物就是它。嗯嗯，真好。嗯，感恩师父。嗯，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个神为什么把这个土豆送给了南美人民呢？怎么没有送给中国人的祖先呀、啊？他这个一定要选一个，认为一个恰当的位置。嗯。那么他们在研究，像我们前一期讲到。南美这个叫秘鲁哈、嗯，马丘比丘那里，嗯，请记住，它是1700米以上的高原呢。对，记得吗？哈，几千米的，三千米，海拔三千米，1700米以上。对，是，它那块是3000多米，对吧？是马丘比丘是啊、嗯。对，其实植物难以生长的地方就在高原上。对，高原上它首先第一个就没有了供水。对，对不对？嗯。所以高原上的这个土地呢，通常不是贫瘠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就是缺少水的灌溉，对，它只能靠天下雨。对，嗯，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它试验成功之后呢，嗯，所有的干旱的土壤它都可以让它生长。哦，那么有水含水量多的地方，长它就不用说了，那一定能长。更容易了，是这样子。嗯，另外呢，他们在利用这个高山的这个气候，还做了各种的温差和海拔的这个种植测试。哦，所以叫低度平原。海平面或者是高度500米1000米3000米都可以种，嗯，现在最高达到4000米以上都可以种它。哎，如果不是有冰的话，嗯，它都能生长。嗯，所以就在选择了秘鲁这一块，嗯，人们没办法用这个高山来进行生产和居住的地方，嗯，所以又不扰民，对不对？嗯，又能研制这个东西，哦，就所以选了实验基地。哦，而且那个地方呢，嗯，它容易和就是神类容易降临的这样一个奇特的这么一个地方。哇，真的很神奇。所以那个地方成为了神灵在地球上的一个科学实验所。哦，嗯，尤其是与种植粮食有关系。嗯嗯嗯，真有师傅。嗯，那我又有问题了。嗯，那我们吃的其他的食物，比如说苹果呀，啊，桃子呀，还有大米啊，白面呢，这些，嗯，难道不是神赐给我们的食物吗？如果从宏观说，你也从西方宗教来说，一切都是神造的，是不是？对啊，哎，所以是有，但是呢，它是叫原始，当创造地球的时候，嗯，当中的它各种的设置都配套在里头了。哦，而我认为土豆是后给的。哦，因为它突破了，因为在过去是没有的。嗯，它突破了所有种植土地当中的整个产量，而且它是变成了三位一体。嗯，集水果、蔬菜和粮食为一体的。哦，嗯，是这样的。嗯，那过去其他的粮食没有这个东西。对，嗯，啊，其他的是标配。对，嗯，它标配之中呢，它都带有个阴阳男女的一个差别。对对对，这个就没有，自己就可以生产。它是无性繁殖。对，无性繁殖。哦，所以它已经超越了，就是所谓叫创世纪之初的那样的，这叫阴阳，啊。所有的东西叫二元论嘛，哈，对对对，超越了二元论的阴阳概念啊，真奇怪。但是它又有那种阴阳的那个样子，它也开花，美美的，但是它不用这个，就它不需要，不需要，真有意思。对，那花仅仅是装点，就是法国人放在头上的装饰。对，嗯，好，哎呀，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这土豆还真的是神赐的食物，是，神赐的礼物啊，嗯，哈，让我们地球人这么繁荣，哈，对，太好了，对，嗯，也是土豆的感恩神呢，感恩神灵，对，土豆的到来，这个地球上的人口也是应该是有不断的在增长，是吧，师傅啊，嗯，就热乎乎的吃这个土豆哈，啊，对。所以就是人会有那个幸福感，确实是，哎，嗯，所以它促进了人类整个的这个繁衍与发展，是的，哎，就但是人口再暴增呢，其实种土豆也不行，
虽然很高产，但是人太多嘛，对，也是承受不了的。嗯，大家懂得这个观念就好了，嗯、好吧？好，嗯，哎呀，我们要感恩神灵，感恩土豆，嗯啊、嗯，感恩师傅讲解。啊、这个吃一辈子土豆呢，就幸福一辈子。好、啊，收到。哎。所以大家呢经常吃吃土豆，嗯，好，但是任何东西呢都不可以过，太过分了啊，也会可能出现相反的作用，哎，就是恰当适当的吃，嗯，比较好。好的，感恩师父。嗯，师父右手边呢有一尊就是特别庄严的这个绿豆母的雕像啊，是啊，也想请给大家给网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好久也没有听到师父讲这些法宝了。对，咱们这从土豆跳跃过来有点有点快啊。对，这都是神嘛。好，是、哎、对，我们这尊神呢其实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嗯，哎，你看他呢呈现的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神灵的一个外表啊。是，对，这个时候女性的这个代表呢就是其中有一种就是母亲的感觉。对对，像母亲爱护她的孩子哈、啊、那真叫舍命护子啊，是舍命爱子哈、啊、用也就是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这就是母亲的伟大。嗯，对，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呢她的内心呢就爱护众生啊，就像妈妈爱护孩子一般，嗯，那么的永远的带有那种真诚啊、爱心啊，那无怨无悔啊，嗯，啊，永远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嗯，哎，所以呢，你从怀孕的时候就怕你发育不好、长不好、身体不健康、头脑不智慧等等的，对不对？再从读书开始，又怕调皮，又怕太愚钝。是吧，总是把最好的那个知识灌输给我们、嗯、对不 对, 对，之后再教我们怎么样做人，做个好人，做个慈悲善良的人，是吧、嗯、做个宽宏大量的人啊，做一个至少有一技之长的人来谋生，来利国利民，是吧，利益自己的家庭啊，这都是伟大的母亲啊，她爱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内容，我只是说了一点儿啊，对，所以呢绿豆母呢，那她呈现的这个像呢，就是这样一个啊慈悲温柔的啊宽厚的母亲的形象哈、啊。那么这个做工啊，非常的神奇哈、啊嗯。对，你看这个头冠上帽冠，帽冠是五叶冠哈、啊。嗯。哎，上头呢，首先它主要的材料是铜啊。嗯。是铜，那是镂空雕刻。一层叠一层啊，这上非常的密集哈、啊。对，就从它的工艺艺术角度来说的话，这是，啊，一尊艺术的精品呐、啊。嗯，对，精美绝伦的。对，所以在冰冷的金属上铸造出来之后，打磨得如此的光滑，它的肌肤就像真人的肌肤，比真人肌肤还要光滑细腻。对，啊，所以你看它的。头冠还有五叶冠上头，它是达到三层的镂空雕刻，哇，并且呢活灵活现、嗯、还镶着宝石，嗯啊，镶着这个绿松石，有绿色的偏蓝绿色的是叫松石，嗯啊，这个红色的呢珊瑚，有珊瑚，有这个红色的玛瑙，嗯，美哦，对，非常的美。它在这个除了往上镶上这些宝石之外呢，它用这种錾刻的方法哈，等它铸造出来之后，会在帽子上、衣纹上，还有头冠上头，还有这些它穿的袈裟的这个像裙一样的这个部分，这些像我手摸到的这些花哈，这个都是用凿的錾子。手工凿上去的，我在那摸的都是立体，看的都是立体的，并且镶了宝石，嗯，啊，对，这都是经过凿镂空，把最吉祥的图案花纹凿上去的，嗯，所以如果这个凿错一下，这个像就不能用了，嗯，所以你的又有非常虔诚的心，
又有一个最伟大雄厚的艺术制作功底，真是，还有一个虔诚恭敬的这样一个信仰者哈，才可以。对，而且它制作过程呢，每一个过程，这个所有的工匠提前三天沐浴更衣，而且用脸哈，用口罩或者纱布把自己的鼻子和嘴都要挡住，说人类的鼻子和嘴里的气息呀，不能喷到佛菩萨像身上去，啊，以表示自己的恭敬，是这样的哈。所以一边念着佛，念着咒语，一边来制作这尊菩萨像，是非常艰难。就是一个熟练的老师傅，大概制作快的话要三个月，按正常的速度是半年六个月左右，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么这个外表还有鎏金哈，啊，对，所以非常适合于供奉。对，这个高度也很高哈，我看是不是得有三四十公分那么高哈，这个是不容易的。嗯。那师傅也给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供奉这一尊绿度母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其实观世音菩萨在之前就已经成佛了，他只是说以这个菩萨的这个形象来示现，尤其是在释迦牟尼佛来传法这个时代哈，后来又观世音菩萨又去追随协助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来利益普度众生哈，所以他本身就是功德微微，早已经获得最圆满的成就了。但是呢，大家挺喜欢观世音菩萨这个形象，所以呢，他就乐意保持这样一个名号和形象来利益众生，像一个伟大慈悲的母亲一样啊。所以我们在供奉他的话呢，就是好像这样一个。这个超大家容易理解的哈，超级女神一样的这样一个生命，每天在关注着我们全家，关注与她相关的这个和呵护的人，供奉者就会得到呵护哈。我觉得方方面面，比如说出入平安，第二个丰衣足食，比如说谋生找工作没问题啊，还有结婚啊出嫁没问题，就是满足你正常的所有的愿望，是吧？我要健康没问题，啊，是吧？啊，还有呢，要长寿没问题，还有消灾去障碍，对，消除灾难。比如说还有更再低一点的话，家里头不太吉祥，供上它没问题。是，观世音菩萨的护法哈，几乎都是天王级的护法，他已经成佛。所以各个层面的天神都听他的号令，他的意念所到之处，众神就会去执行呵护，就是这样。所以供奉他的话，什么你家里头什么有阴气啊、鬼气啊、邪气啊，就通通就消失了。供上他，就一切就太平，对，是吧？就是一切都吉祥如意，然后所愿皆得，对，是求什么得什么了就。再俗一点也挺实用哈，说。我就想我变成一个相对富有一点的人，他不敢说让你名满天下大富大贵哈，至少让你成为富人。对，但你在钱上来说，就像现代人说这个经济自由哈，那太厉害了，容易，在佛前赐福给你哈，容易，对吧？你没有福气，你看给我们写信来的多少案子，就说哎，好不容易挣了1000万，对，结果一个错误的投资，结果上当了1000万，打水漂了，就没一分钱没有，投资公司都找不着，人也找不到了，是吧？这叫福气不够啊，是无福消受，这个菩萨帮你照看的，你自己觉得能看得懂，说这是诈骗，你自己有了这个所谓的智慧，这个有是谁给的呢？佛菩萨给的，就是。菩萨牵着你的手，对吧？他就牵着你那个小手哈，怎么走都不是错误，一看就知道这是妖精还是好人，对不对？从找对象找不错，找工作找不错，买房一定买好的，对不对？投资一定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不劝大家随便投资哈，很多投资写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几乎都是骗局，在很多
国家不健全、法律不健全、惩罚不严厉的时候，骗局太多了哈。对，那佛菩萨这尊巨神帮你看的，啊，没问题，对吧？孩子不听话、不争气，没问题。你只要好好修行，正常好好带孩子，孩子一定会，啊，从愚昧变智慧，从愚笨变聪明，是不是啊？耳聪目明，对，啊，精神抖擞，对，能量十足，对，所以让你的儿孙呢健健康康的，旺旺盛盛的，是，是吧？对于菩萨来说，他只要对你有一个会心的微笑，你的孩子就是将来一定成为栋梁之才，是，对。还有婚姻不幸福的，是吧？哎，菩萨给你提醒的，让你的你家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会说好听的话，顺心的话，还吵什么架呀？对呀，对吧？生活在爱的里面，就把你调得吉祥了。你想，你这个夫妻哈，不管多吵，有一位这个慈祥的大神的妈妈，在指点你的大脑，你就不会乱说话了。不会的，对，所以。夫妻就和睦吉祥了呀，太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病都是来自于业，是吧？是。你供奉观世音菩萨，那你自己就会得到这个菩萨的眷顾，帮你消灾，帮你消业，对吧？就没有了这个灾。你想，你还能病倒吗？不可能。你只有健康，长寿。对。就是这样。你的抗体是无量的，别人病倒你倒不了，是，就是呀，对，得到护佑了啊，还遇难成祥啊，对，这个很容易，哎，所以在你供奉他的这个家这个环境哈，左右我至少说800公里都是吉祥的，你的附近不会出不吉祥的事情，叫佛光普照啊，对。就是这样子哈，感恩师父。对，所以他的做工那么精美哈，是那么吉祥，看到之后就是心生欢喜啊。对，那菩萨的这个右脚伸出来，这个就是说我随时站起来起来帮你，这个众生暗示这个。啊，闻声救苦。闻声救苦。菩萨多伟大呀！对，好慈悲。这给大家介绍尊佛宝哈。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像对，像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土豆哈，真是个神赐的这个大食物哈，是救助这么多的苍生哈。是，对我们很少把土豆当做吉祥物，从此之后我们叫土豆是超级吉祥的，是，对，感恩师父。对，那我桌子前呢，我也介绍一点，像这些菠萝，那个福建话怎么说？旺来。旺来，旺来，就是旺来，吉祥。对，哎，我们的小朋友讲呢，他们在马来西亚哈，那个华人，他就确实遇到有人过年的时候哈，供奉过这个菠萝，我们北方叫菠萝哈，哎，那一年他就发财，就是不一样。旺来真是用这个供佛呢，发财啊，摆在家里呢，发财，吉祥。旺来呀，哎，兴旺的意思，是不是？这多好呀！对，我们都盼着我们家族兴旺，是不是？多点钱财，至少不挨饿呀。对，你看你孩子读好学校，要不要花钱呢？要。对呀。所以你住个好区，要不要花钱呢？要。要啊。所以佛菩萨能保佑你这个财务自由的话，哈，对你再多供上一份旺来。其实这个用双面胶粘在车上也可以。好，也是挺好的哈，很美呀，办公桌也可以，是，对，哎，柿子，这个，哎，事事如意。有一天呢，我在文化禅堂啊，问大家，像有点年龄的，都没回答出很多这个柿子的寓意来，一说柿子，张嘴就来说事事如意，对呀，好，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寓意，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称呼叫做柿子。我相信多数人是不太清楚。这个世子哈，是过去皇帝的儿子和皇帝的兄弟才能封为王，对不对？王或者亲王，对不对？这个王的接班人，指定的接班人叫做世子。哦，所以正好跟这个世子是同音的。对，世子呢，将来成龙成凤的人，是这个意思哈。
啊，绝对出人头地啊！天选之人呢，有点世子。嗯，哎，给孩子们都要有世子，好吧？嗯，所以你看，光看那颜色就觉得幸福感，对不对？对，吉祥的。对，嗯，晶莹剔透。对，再说一点命相学啊，如果你的屁股长出世子的形状来，你不发财都很困难。饱满圆润。回去拿这个对应一下屁股看。长个柿子，嗯，哎，这个这是桃子啊，啊，长寿寿桃。俗话说，嗯，这个性伤人啊，桃养人，对，嗯，这个桃子哈，所以过去南极先锋手里拿了个大蟠桃，是的，代表什么？长寿，对，嗯，所以它是长寿果，对，哎，还有呢，哎，桃花香。哎，有好运气，嗯，对吧？嗯，有好人缘，嗯，哎，所以呢，这个供这个桃，嗯，啊，你有好人缘，嗯，比如说咱要找对象了，说我长得也不错，怎么没有人来追我呀？就是没拿这个桃，就是没拿这桃，快来请桃。哎，对，一拿这桃，桃花运就来了。哦，啊，当然你可以上网请我那个画那个去年画的哈，桃花香，哎，春日桃花香，哎，啊。对桃，嗯，关键是能高寿长寿，长寿，哎，这个吃的是养人的哈，嗯，就是桃养人哈，是的，啊，当然有人对桃那个毛毛敏感的人就少吃哈，嗯，不敏感的这个适当多吃点会让你健康长寿，是，哎，所以桃就得好运气，嗯，好人缘，嗯嗯，好，对，孙悟空吃了那个仙桃，那都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啊，那真是哈，嗯，对对对，嗯。嗯，子孙兴旺呢，请着小香炉，哦，哎，这更好哈，是小香炉。嗯嗯嗯，对，事业有成，纯铜的哈，还有有权有势。嗯，香炉呢，其实啊，就是过去哈，鼎，在2000多年、3000年前之后，啊，嗯，整个中国的世界上有一个说法，就是皇帝。成皇帝者他有九个鼎啊，叫九鼎八簋，九鼎之尊吧，叫九鼎八簋，大家这个更内行一些哈，那个簋呢是香炉，九鼎八簋，哦，啊，簋不是人簋情未了的簋，这个簋类似香炉的这样一个东西，哎，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那个鼎的一个缩写了啊，最后把鼎和簋两个容器合二为一，成为了香炉。所以呢，谁家如果有九个香炉，寓意着什么呢？有权有势，做王了。是。哎，就是一个，至少也可以大展宏图的这样一个鸿鹄之志，是吧？对。成为将来成为有权有钱的一个高人。做大事。是这个意思。对，事业有成，没错了，嗯，它是这个寓意，嗯，第二个呢兴盛，对，啊，事业兴盛旺盛，嗯，第三个就是子孙旺盛，对，啊，薪火相传呢，对，薪火相传，嗯，你不管多能干，如果最更满意的话呢，有后人接班继续传承，对，你可能干得更有劲头哈，是，有盼头，嗯，那薪火鼎盛就是后继有人了。哎，就是这个哈，真好，有这个寓意哈，嗯，其实这也是个聚宝盆啊，对对，嗯，所以这里是有这么多的讲究哈，嗯嗯，所以呢不说不知道哈，嗯，大家说了就知道了哈。哎，这还有个这种彩色的玻璃叫琉璃哈，啊，琉璃南瓜，哦，你们看能有什么说法吗？南瓜这个跟柿子一样也得长成这样的屁股。我觉得你开悟了哈，丰收，嗯，丰收，嗯，其实呢哈，所有的瓜内部有个共同的特征叫多子啊，第一个中国人也经常用它的谐音南，生男丁，生男丁，南瓜。第二个呢，很多南瓜的颜色哈是有点黄色的，对，它就像一个大金的黄金的果实，哎，有这样哈，富贵，富贵，嗯，财富，还多生多生贵子，嗯，对，是这样子，嗯，
知道了哈，知道了。你看，就放那儿，这它挺好看的。这要男孩得有个这个南瓜呀，在家里呀，要生男孩，嗯，就最好摆这个东西，嗯，说不定你巧合哈，一年之后生出个男宝宝来哈，哎呀，嗯，说不定哈，是真好，嗯。哎呀，这几个都介绍一下，嗯，葡萄，葡萄，多子多福啊，多子多福啊，哎，还有幸福快乐哈，哎。这个夫妻和睦哈，嗯，有个葡萄，这个里头呢就含着这个幸福、快乐，两个人和谐哈。嗯，其实这个人际关系最难弄的就是它不和谐，是要夫妻和谐，嗯，还有朋友的关系和谐，对，这你的人缘好，你就有幸福甜蜜的感觉，嗯，就是这样哈，并且也是多子多福，嗯，嗯，好玩吧哈？好，好，哎，很美，嗯。摆在家中又吉祥又美好，嗯，啊！这个叫啥？草莓。草莓。嗯，这个甜甜蜜蜜啊，就是甜甜蜜蜜。草莓这个东西就是甜甜蜜蜜。嗯，要想甜蜜幸福吗？想。哎，就是这个。好。嗯，好了，这个小法物吉祥物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哈。感恩师父。嗯，咱们接下来说下面的。好，那下一期的我们直播的时间哈，一周以后是4月13号，晚上6点钟温哥华的时间，那台北的时间呢是4月14号上午的9点钟。嗯嗯，我们这个内容啊，先提前公布一下，好，就是下一场直播内容哈，其实是一个念佛场。嗯嗯，你像前面清明哈，我们为我们的祖上啊祈祷啊，念佛啊，祭祀哈，在接下来呢，哎，我们这个祝福念佛哈，这叫爱的祝福念佛场。我们总有爱的人嘛，现在都是在人世间的爱的人哈，哎，往生的咱们都已经祝福过了哈，祭祀过了，哎，比如说妈妈爱你的女儿，爱你的儿子是吧？还有爱人哈，夫妻之间的相爱。还有呢，情侣哈，还没结婚的情侣的相爱，哈，还有朋友之间的友情的爱，是吧？哎，这种呢，我们也想把一个最美好的祝福给他，那就是来参与下一次直播和在同一时间的这个念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看人生哈，10之8-9哈，都是不容易的。回忆起来都是各种各样的悲催与苦难，是吧？要么不健康，要么没钱花，要么不生孩子，哎，生出来还不争气，是吧？就各种各种让你不满意不吉祥的事儿多了，是吧？今天社会的陷阱诱惑也特别多，不学好的，从这个吸毒的、赌博的，就算是你生下来都是健康的，智力也健康，身体也健康，还有更多的诱惑让你变成废人。对，一赌博将来哈，只要这个孩子喜欢上赌博之后，将来啊没多久倾家荡产，再往下呢家破人亡，再就是吸毒，不管他吸哪个毒合不合法，但是败家是必然的，既伤自己又败坏了整个家庭，是吧？哎，你还有不吉祥，刚才我说这个人和的问题，对不对？你说和谐，有很多人就是不和谐，明明在恋爱要和谐你才能结婚，对不对？那谈着谈着就谈崩了，不和谐，我觉得这都是障碍，要么就是精神障碍，要就是我们的业力深重，本来是好好的话，你为什么非说错了把对方得罪了呢？很多要恋爱要结婚谈崩了谈岔了的，就是关键时候说了一句错话，得罪了人，最后人也跑了，你怎么结婚？甚至是因为结了婚要打架要离婚，为一两件小事自己说错还有想错了，最后走上分手的结果，又是一个家败人亡，是吧？挣钱就不容易了，谁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是，但是所以人生不容易，更苦的事儿来了。嗯，说省吃俭用啊，连个新袜子都舍不得买，露着脚趾头，可是呢存了100万块钱哈，被一个骗子骗了你一星期之后，
你把你100万拿出去叫人骗跑了。现在太多了骗子，一夜能愁白头啊。对，还有对呀，还有的年轻人被骗走去当骗子的，嗯，哎呀，多惨呐，嗯！所以，各种的痛苦，各种的陷阱，各种的煎熬，各种的悲伤，各种的这种愤怒和难过哈，我们就不如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弥补它。啊，甚至很多家长留很多钱说我要为了孩子我努力工作我给他留一大笔钱，你就不如让他有个好运气。所以如果你有爱的人给他最美好的礼物和祝福的话，那么咱们下一场直播哈，亚洲是几周几啊，周日的早上9点，周日早上哈，4月14号，对，北美是周六的晚上，温哥华西岸时间6点，你赶快来跟着念佛，嗯，甚至是带着孩子和朋友一起来念佛哈，嗯，对，给你最爱的那一个人或者那几位，嗯，啊，一个对深深的祝福，把佛菩萨赐的这个吉祥哈，嗯，送给你的朋友，我觉得比送给他财富更重要。对不对？让他出入平安，嗯，事事如意，嗯，是吧？健康快乐，对，寿比南山，啊，这个财富充裕，啊，大富大贵，嗯，啊，还有呢，这个婚姻美满，嗯，啊，恋爱成功，嗯，早点结婚，嗯，早生贵子，嗯，是吧？所以这一切的吉祥都等着大家呢。可是这一切的吉祥现在给每一个人每个家庭都带来了无量的困难了，嗯，哎，所以下一场直播呢就是大家来参与，一起把爱献给你最爱的那个人，我们用我们真诚的心来念佛，让佛菩萨保佑你最爱的人得到这一切无量的美好。好的，感恩师父，嗯，我们一起来念佛。对，嗯，那下个礼拜同一天哈，对，我们一起来念佛哈。好的，嗯，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哈。好，祝大家健康快乐，收到，如意吉祥，收到，夫妻和睦，收到，长命百岁，收到，下次直播再见。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
我卖。